早晨，早晨。系啊系啊系，好有压迫感啊！我觉得应该会。人喺边先得噶？去到中間位都 OK 啦，係嘛？後邊擺唔？喂喂喂喂 ，OK。Testing.各位議員早晨啊，歡迎大家咧出席今日嘅會議。首先咧，恭祝各位成為第六屆嘅元朗區議會議員。咁同時咧，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咁啊，我而家根据咧区议会条例第62条，主持今日会议嘅第一项同第二项，直到选出元朗区议会主席同埋副主席为止。选出元朗区议会主席同埋副主席之后咧，我会将会议交俾区议会主席继续主持。咁如果大家对第一同第二项嘅议程冇异议嘅话咧，我宣布正式进入议程。第一项议程，选举元朗区议会主席。秘书处在2019年12月23日向议员发出今日会议议程的时候，亦都附上有关元朗区议会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程序，请议员参阅该信函的附件，当中包括附件一提名表格、附件二根据区议会条例附件附表五所定的有关选举主席和副主席的表决程序，和附件三选票的样本。请问议员对以上上述嘅附件有冇查询？如果冇嘅话咧，我会将根据附件内所列载嘅程序进行元朗区议会主席同埋副主席嘅选举。咁我哋而家就开始主席嘅选举啦。今次区议会主席同埋副主席嘅选举嘅提名期咧，系2019年12月23日开始，直到2020年1月7日上午9时结束。直到提名期的结束，我得悉到秘书处接获一份区议会主席的提名表格和一份副主席的提名表格。秘书处已经将各候选人、提名人和副议人的详情在合理时间里面通知各位的议员的。现在我先会进行主席的选举。获提名的议员已经在表格上面作出书面的确认，同意接受提名和同意一旦当选时接受职位。提名人是候选人是唯一的候选人是黄伟贤议员，而他的提名人是方浩轩议员，有两位副议人，包括是陈树辉议员和毛启航议员。由于只有黄伟贤议员获提名竞选元朗区议会主席，我而家宣布黄伟贤议员当选为元朗区议会主席，任期由即日开始至到2023年12月31日。恭喜黄议员！咁咧，我而家咧就开始进行咧元朗区议会副主席嘅选举啦。咁咧就我哋咧系收到一份嘅提名表格啦，系咪？咁啊，系麦义成议员咧系候选人嘅，当中咧提名人系杜嘉伦议员，另外咧有两位副议人，包括就系陈美莲议员同埋张秀贤议员嘅。由于只有麦业成议员获提名竞选为元朗区议会副主席，我宣布麦业成议员当选为元朗区议会副主席，任期由即日开始至到2023年12月31日为止。恭喜麦议员！好啦，咁我而家咧就已经选出咗区议会主席同埋副主席啦。咁我将时间咧交俾黄伟贤主席咧，继续去处理翻今次会议嘅其他事项。唔该晒，黄议员。我喺呢度咧，系邀请我哋全体嘅同事一齐起立，为过去半年反送中运动去世嘅人默哀一分钟，请大家起立。
麥攞完畢，請就坐。首先在这里呢，就很感激大家对我的支持，也都很高兴能够跟大家是同工。我现在的肩膊上是有千斤的压力，因为我不单只是背负着大家对我的信任，整个区议会更加是背负着所有投票给民主派的选民，以及支持我們的全港市民所托付的責任。我深信這個就是歷史給我們年輕一代的責任。30年前的北京發生了一場悲壯的民主運動，記得91年我獲選為立法局議員的時候，就曾經引用北風與太陽這個寓言故事，要路過的途人脫下他厚厚的大褸，是要靠温暖的陽光，而不是凛冽的北風。但很可惜，北京是沒有吸收到這個教訓，以致到30年後今日的香港亦都出現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這場運動能够导致到区议会变天，是由很多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牺牲性命，牺牲自由，牺牲前途，以血以汗以泪换取回来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是今次区议会选举结果的清晰民意。虽然区议会民主派大胜，但这一场反送中的运动，香港人还未取得胜利，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整个运动的发生和放暴警察濫用暴力、濫權、濫拘捕的問題，特別是721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這一件震驚元朗、震驚香港、震驚國際的事件，政府必須要就這個絕大多數的民意有正面和具體的回應，否則社会所面对的撕裂将永远没有办法和解。新一届区议会今日正式展开工作，我相信我们新当选的年轻议员对区议会工作是有承担的，我亦深信公众对区议会未来的工作亦都有很大的期盼。我这一刻的心情就好像《易经》里面的一句“或跃在渊”。一直以来区议会都被人哋话是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NATO， 即是话区议会 No Action Talking Only。 要洗脱这个只说不做的形容，是需要整个议会的努力，同事之间的努力，区议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努力。所以我很希望日后出席各会议的政府部门的同事，在会议上多些正面和具体的回应，如果可以的话，亦都希望政府尽量接纳我们区议会的意见和建议。当然区议会未来的工作能不能够迈开大步，抑或是寸步难移，就要看我们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对现在民主派占多数的区议会到底是采取什么的策略，是合作啊，抑或是对抗的策略呢？如果是合作的策略，
相信区议会是会很畅顺地向前迈进。反之，如果政府采取的是对抗的策略，样样嘢都同区议会不合作的话，区议会就寸步难行。因为权在政府，区议员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实权。但假如政府采取对抗的策略，亦都只会令到我哋民主派唯有用我哋有限嘅能力反过嚟进行不合作嘅运动，以抗拒政府嘅对抗策略。我喺呢度请中央政府再三思一下《北风与太阳》呢一个寓言故事。最后我想讲讲我嘅期望。我期望香港能够恢复一个公义，讲真话，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社会。我期望能够将元朗建构成一个多元、活力、关怀的社区。我期望能够让元朗区议会成为一个高透明度、向市民问责、反映民意、捍卫市民权益的议会。圣经弥迦书六章八节八节是这样讲：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一节的金句亦都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的信念，愿意将这句的金句送给大家以作互勉，多谢大家。好，我请副主席。是啊，多谢主席。首先在这里多谢各位同事的支持，令我能够今天当选作为一个元朗区议会副主席。我们会协助主席和大家一起同行，希望能够改善元朗的地区，改善民生，争取民主，同埋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事实上，嚟紧过去呢半年，香港社会出现好多嘅事件，呢啲系我唔希望见到嘅，但系事实发生咗。最主要原因就系政府咧唔听民意，所以我哋期望能够喺区议会里边能够推动呢个民意，能够争取市民嘅需求。事实上，我哋见到好多年青人嘅发起发展，咁所以咧。在未來的日子裏面咧，會同大家一起同行去改善呢個社區。同時，亦都咧，雖然我今日咧得到大家嘅支持，當選元朗區議會嘅副主席。實際上，我哋好多年輕嘅朋友，所以咧，我會係只係擔任兩年嘅任期。咁我亦都會咧，兩年之後咧，會推薦一位年輕嘅議員咧，黃伯宇咧，係繼任嗰、那個提名去參選副主席嘅。亦希望能夠大家嘅支持，我哋希望能夠做一個所謂老中青的三結合，能夠改善我們社會，最後祝願我們的香港民主進步。多謝大家支持，多謝。好，那就如果同事或者新聞界的朋友是有需要我剛才的發言稿的呢，就秘書一間是會影印給大家的，麻煩了秘書。跟住我哋去到議程嘅第二項咧，就係、是、其他事項。啊，議程三嘅其他事項，我哋有十項嘅其他事項，我哋係需要咧係處理嘅。咁第一項咧就係、是、委任元朗區議會嘅秘書。好，請大家咧係參閱附件一。根據區議會條例第69條，是通過委任元朗民政事務高級行政主任（括弧區議會）為元朗區議會的秘書。在這裡請大家是通過的，有沒有問題？麥業成，主席，我動議通過，麻煩。好。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一致通過。接著
第二項的其他事項是通過元朗區議會的會議常規2020年1月的修訂本，請大家是參閱文件的第二號。好，陳美蓮議員。是主席，就這個區議會元朗區議會會議常規裏面其中一條裏面的委員會上限，現時是由四個增加到七個，我在這裡提一個動議，就是將這個委員會上限由四個增加到八個為上限的，希望各位同事支持。好，麥業成。我和意主席。好，現在陳美蓮議員動議呢，是將會議常規裏面的委員會數目的上限最多七個改為八個，咁啊，麥業成議員和意，大家有冇討論？如果冇嘅咧，咁就我哋就通過接納呢個動議，咁將呢個動議咧就收納去新修訂嘅會議常規裏邊。咁而家我請大家係通過新修訂的會議常規，已經納入了陳美蓮議員那個的修訂入去，大家有沒有異議？如果沒有異議，我們就通過新修訂的元朗區議會的會議常規。好，跟住我哋下一个嘅议程就係成立2020至2023年度元朗区议会辖下各委员会。咁请大家咧参阅呢个嘅附件三嘅。嗱，附件三呢度咧就係列出咗我哋过去一届嘅区议会六个委员会嘅数目。咁请大家是就住呢個委員會的數目同埋咧，係呢個嘅名稱，係大家有冇意見？係，多謝主席。因為過去咧就六個，頭先已經通過咗八個咧，咁我最高可以去八個。我建議我哋而家係將個八個去建議嘅新嘅委員會咧羅列出嚟俾大家去通過的嘛，唔該，多謝主席。未，好，而家有同事咧係建議成立八個嘅委員會嘅，咁我哋係係。是不是在這裡通過了職權範圍？是啊，你要逐個web，有個委員會有TOR，是不是？你先用舊那個先，是啊，用舊那個先，是啊。好，咁就係方向軒二。主席，我提議成立八個委員會啦，分別係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房屋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委員會、財務及行政委員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好，唔該曬方言。
咁呢度八个委员会咧，我就理解咧就系、是、将过去嘅文委会咧系拆开咗三个嘅委员会吓、啊，因为文委会过去嘅议程都系比较多嘅，咁而家咧就更加具体咁样分工。新嘅委员会咧只系成立咗一个嘅啫，就系、是第八嗰、那个本土旅游。經濟及工商業的委員會，這個是、本屆建議新成立的、一個委員會、嗯、大家就著現在建議的八個委員會有沒有意見，有沒有討論？張秀賢議員，是，多謝主席、我想我們有責任跟公眾解釋回呢，就是為什麼要成立八個委員會的。咁我諗第一個就係因為而家民康社會服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咧，就嗰個嘅範圍就非常之多，咁就我哋希望就可以拆到三個出嚟。咁就喺翻而家八個委員會入邊咧，咁當然有幾個就係改咗名，有幾個冇改名保留咗。咁嚟講緊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其實就係將佢具體啲去列翻出嚟一啲工作範疇。咁去到話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咧，我諗我哋同事之間都會希望可以透過委員會嘅討論咧，去推動到一啲嘅地區政策或者地區經濟嘅一啲嘅轉型。特別我諗係我哋有唔同嘅同事喺度，包括我哋有市區嘅同事啦，包括係有鄉郊區嘅同事啦。咁可能大家都對我哋而家我哋元朗本地嘅經濟啦、旅遊發展啦，去到話我哋甚至喺元朗，其實我哋有工業村啦，我哋有唔同嘅工廠啦。咁嗰啲我哋都希望係可以透過區議會嘅討論咧，去促進翻我哋一啲嘅本土經濟啦，或者我哋地區經濟嘅發展啦。因為我哋嚟緊即係我哋面對嗰個嘅經濟嘅周期，可能我哋可能面對一啲嘅經濟嘅困難啦。咁我哋透過經濟即係發展，或者透過啲地區嘅一啲嘅討論，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多啲有利民生嘅工作啦。因為我哋畢竟都係我哋市民選我哋出嚟咧，咁我都盡量喺區議會層面去做。當然委員會數量可能多啲，咁但係我諗我哋討論即係委員會各個討論都應該會有意義嘅，同埋我哋都希望可以喺翻唔同嘅政策同埋工作範疇上邊可以作更加詳細嘅討論咯。一好過以前咁樣去大集會咁嘅形式去開會，即係我哋都唔希望啲部門即係架床疊屋咁樣一次過嚟曬或者一次過走曬，咁咪唔係咁好咯。係，多謝主席，唔該曬。好，康子華議員，多謝主席。咁啊，上一屆我都係文康體嘅委員啦，咁啊。我是非常之贊成嗰個分拆嘅，咁同埋經過呢、這個而家咁樣分拆整合，同埋將一啲職能更加加強啦，咁係可以令到新一屆嘅區議會咧係更加可以做到好多方面嘅工作。多謝。好，唔該曬。咁如果大家冇其他問題，我哋就睇職權範圍啦。好，俾埋你講啦 ，Samuel 嚇、啊唔該，因為我都想講講解，等多啲市民留意到我哋新嘅委員會咧，除咗個量增加之外咧，其實好多其實工作嘅焦點咧都有改變嘅。譬如元朗不嬲係個環委會係將個焦點放在環境改善，好多時嘅工作範疇就只不過係係講環境衞生。咁我哋朱凱迪團隊就覺得，其實改善環境衞生一定要從一個更加闊嘅，真係講一推動環保，以至我哋對更加大議題氣候變化等等關注。所以我哋將傳統環委會改革，其實係證明為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其實係從個名字係可以見到我哋未來個工作重點都有焦點嘅改移。譬如頭先提到啦，文委會其實過去咧醫療一個咁龐大嘅議題咧，面對住元朗人口老化一個咁大需求咧，只不過喺文委會裏面咁多咁多議題裏面其中一個，所以今年我哋係特登拆咗。醫療出咗嚟咧，就成為一個醫療健康及食安嘅委員會咧，都係見到既係會回應翻元朗市獨特嘅社區需求，
亦都將你工作焦點由有病醫病改動到去成為推動健康防患未然之後你未來工作重點。所以希望都大家會可以留意到我哋嘅工作焦點係一個，甚至可能比政府比喺金鐘嘅政府呢，我哋可能某一啲叫議題上面呢係行得更加前，更加有一個正確嘅我哋嘅叫目標方向嘅。唔該。好，唔該曬雷國榮議員。咁我哋就逐個委員會嘅職權我哋睇一睇下，咁唔該曬 Mandy。咁第一個就係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嘅職權範圍。大家對呢個職權範圍有冇意見？如果冇，咁我哋就通過呢個職權範圍。第二呢就是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這個的職權範圍。當然這些職權範圍日後是可以作出修訂的，如果大家覺得是有需要增減的話是可以作出修訂。第三呢，主席，我想補充一句，首先呢，我想我都是昨日先從主席有一個預先同我分享返嗰個職權範圍啦。咁我諗好似主席咁講呢，可能有機會微調嘅空間，因為我哋都有需要呢，可能同返相關嘅部門呢去將佢哋傳閱返俾佢睇，咁睇下佢哋會唔會有其他嘅意見嘅。咁我諗暫時我哋可以跟住呢個基礎去討論返先。唔該主席。唔該曬啲屋。第三個是房屋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好，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通過。第四，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邊位睇？李仲慈議員，多謝主席。我建議就住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咧，加多一項，就係就住鄉郊小型工程監察佢嘅工程嘅進度同埋提供意見。喺第四項已經包括咗喺度啦，嚇。好，不需要了。好，如果大家没问题，我们就是通过这一份的职权范围。第五就是环境气候变化和渔农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如果大家冇意見，我哋都係通過呢一份嘅職權範圍。第六係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嘅職權範圍，係啦。咁就我哋沿用翻舊，係啦。係。原本是財務委員會，現在我們是增加了一項的職權，就是行政那方面。好，如果沒有問題，我們是通過這一份的職權範圍。第七是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這個委員會亦都沒有什麼大的改動的，如果沒有問題，我們都通過這一份的職權範圍了。好，最後一個了，就是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如果冇問題嘅咧，咁我哋都通過呢一份嘅職權範圍。好，唔該曬大家。好，D.O. 唔該。多謝主席啊。咁其實咧，我都想即係有幾句關於個資源上面講翻嘅。咁啊，其實咧，我哋都備悉翻啦，即係各個嘅即係議員，其實咧係喺新一屆咧都有好多嘅工作嘅計劃，亦都希望咧透過成立委員會咧去處理嘅工作。喺個會議常規裏邊咧，係的確咧係可以咧即係成立若干嘅委員會。咁事實上頭先各位咧都係通過咗個會議常規咧去即係有嘅細微嘅改動。我哋係明白咗備悉嘅。不過我就真係想喺度咧，就即係講翻嗰個嘅資源嗰方面。因為我都知道其實咧，就可能你哋都同時間亦都會想計劃有成立一啲嘅工作小組。咁但係我即係講翻單以嗰個嘅committee 數目嚟講咧，其實咧我哋喺上一屆係六個嘅，咁而家咧係將會係八個。咁其實但係就即係嗰個我哋嘅秘書處嗰、那個過往嘅工作嚟講咧，其實咧都係相當多嘅工作量。當然我哋係會希望積極配合大家啦。但係就話喺嗰個嘅，如果再加埋未來個工作小組嗰方面咧，我哋有需要咧係周詳同埋全盤咧收到曬各位嘅建議之後咧，可能要同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同埋相關委員會同埋工作小組嘅主席咧傾下個資源嗰個優先次序，同埋即係會唔會大家嗰個嘅開會安排點樣嘅？因為咧，我諗因為事實上嚟講咧，個委員會數目工作咧係會係多咗33%啦。咁同埋就如果係嗰、那個會議次數啦，或者嗰、那個未來大家需要個工作嗰個範圍咧，我哋都希望你哋到時係俾翻啲具體嘅期望我哋，咁我哋可以再一次過咧係全部考慮翻咁咯，好嘛？多謝各位，唔該曬 D.O. 咁啊事實上咧就區議會我哋其實我哋區議員嘅數目亦都增加咗嘅。咁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哋元朗區議會應該係全港最多議員嘅一個區議會。咁秘書處個工作量一定係大咗噶啦嚇。咁第二咧就我哋同事即係有好大嘅承擔，於是乎咧就係、是、更加想做多啲嘢，而成立咗八個嘅委員會。咁呢個我哋知道，亦都會增加咗秘書處個工作量。所以今日稍後我哋會有一個特別會議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議程咧，我哋同事亦都就住我哋秘書處嘅人手咧，係提出咗一個嘅議案咧，就希望政府係能夠增加我哋區議會嘅人手同埋資源嘅。咁稍後我哋會傾呢一個嘅議案㗎啦，咁樣。鄺俊宇議員。多謝主席。咁補充一點啫，因為事實上咧，我相信係D.O. 提出呢個問題都啱嘅，正正係因為咧，即係我另一個身份係立法會議員啦，喺立法會相關場就係民政事務委員會。的而且確咧，喺稍後亦都應該要安排議程咧去講一講咧，係針對住即係十八區，尤其是我哋元朗區咧，我哋嘅人數眾多，而你見到我哋嘅成員咧個承擔嘅能力都好高嘅，即係正如主席帶領之下咧，其實有一百個委員會。的而且確你不能否認個工作量增加咗，既然係咁，就應該要增撥資源。政府係理應要回應地區嘅實際嘅需要。咁所以我相信喺未來另一個場合由區議會主席黃然帶領之下喺區議會嘅討論啦，另邊雙就係立法會入甚或民政事務總署係咪應該要重新去檢討而家嗰個資源分配咧，都係應該係稍後當務之急嚟。唔該主席。好，咁就我哋要快啲嗱，因為我哋一陣間11:00就會開特別會議嘅，所以我哋要快啲嚇。好，去到我哋嘅其他事項嘅第四項咧，有關元朗區議會2020年度嘅會議時間表啦。用要，多謝主席，你睇下我哋啲勢先啦。我想問咩咧，主席咧，我哋呢度會唔會擴建噶？咩啊？會唔會擴建？因為會唔會覺得咧，就因為咧，我哋增加咗。四席啦，變咗45席。咁45席連埋啲第時政府官員啊上嚟啊，
咁啊情况咗之余咧，咁我哋唔够坐噶喎，咁唔够坐，咁你有冇咁嘅打算咧？用咗呢方面你谂谂。睇睇后边咧，张台系改咗嘅，系扩建咗噶啦，我哋叫做扩建咗噶啦。就是有啲官员呢係会坐嗰度开会嘅日后咁样。咁当然我哋呢个会议室呢確实呢係唔足够嘅。咁呢个呢就可能真係我哋要加快我哋个新政府大楼嗰个选址。如果我哋有新嘅政府合署嘅呢，相信我哋即係区议会可能又会大啲面积咁样。咁即係话第时啲官员就会坐喺后面。有部分係坐喺后面。哦，咁样 ,ok, 唔該。係有冇补充冇啦。好，咁会议时间表呢，各个委员会剛才通过咗嘅委员会嘅时间表呢就会交返俾委员会嘅自己决定啦。咁我哋呢度呢只係通过呢係大会嘅时间表嘅啫，咁样。係啱啱叶成议员。是啊，多谢主席。因为我睇见大会时间表当中呢有一日是4月28号嘅。咁4月28号跟住呢就都系一个长假期。我哋担心有啲同事啲有啲事情呢。我建议呢将嗰日期提前4月21号。可唔可以将嗰日改4月28号改为4月21号。方便啲，多谢主席。好，咁咪成议员建议将4月28号嘅会期提前一个礼拜4月21号。大家有冇意见？如果冇意见我哋主席。OK, 如果冇意见我哋通过即係将4月28号嘅会期呢係改为4月21号。係啦，其他嘅会期冇问题，我哋就通过啦。咁就下一次我哋嘅例会应该就係1月23号星期四下一次嘅例会。咁就係因为我哋要通过我哋嘅委员会嘅名单，然后先至能够呢係委员会嗰度呢係选举委员会嘅政府主席嘅。咁所以下一次嘅大会係1月23号。完咗大会之后呢就各个委员会就随即係选举呢个政府主席㗎啦。咁请大家预留1月23号嘅会期。好，第五项2019年至到2020年度1至3月嘅区议会拨款申请，我哋请Cindy 同我哋讲讲。多謝主席。咁2019至2020年度嗰個1月至3月嘅區域撥款呢，由於喺其實呢呢喺文件嘅附件5嗰度呢就已經載列咗有關嘅活動啦。咁我哋頭先呢席上呢亦都派咗一張呢關於申報利益嘅表格嘅。咁如果議員覺得有需要呢就自行可以再做出申報嘅。咁嗰、那個活動嗰一系列嘅活動呢由於係上一屆嘅區議會其實就已經係審閱過嘅，咁而家呢就純粹係希望呢根據撥款嘅守則呢係需要今屆嘅區議會呢再去確認，然之後呢先至可以正式通知返相關嗰啲團體呢去話俾佢哋聽個撥款係獲得通過去做。咁而嗰啲有一啲部分呢就係呢一啲點樣揀出嚟呢，就係一至三月佢哋呢一啲活動呢係未開始推行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呢就再行邀請返區議會嗰度endorse 返嗰啲撥款申請嘅。多謝主席。唔該曬 Cindy。咁就喺席上呢亦都已經有一啲我哋係舊同事呢是以往已經申報了他那個的利益，那就有一份文件的。如果在座有新同事或者就算是舊同事，他有新的職位新的崗位是需要申報利益呢，也都請大家在這裡示意了。哪位？黎寶華。多謝主席。因為在2020年一
至三月嘅區議會撥款活動裏面咧，我康二一三同埋社嘅一三五兩個會裏面咧，我係擔任秘書呢個職位嘅。唔該，主席。但係冇喺我哋今日需要通過文件嗰度嘅，冇，係，所以係冇利益喺就住啊，冇啊，冇。請大家睇清楚，今日我哋只係通過元朗大會堂同埋元朗大會堂梁學潮，唔係呢個啊，咩啊？邊度？係啊，冇。即係已經舉辦咗嗰啲係唔喺我哋今日嗰、那個係啦，唔喺我哋今日嗰個通過名單嗰度嘅。今日我哋需要通過嘅咧就係、是、情滿樓互助委員會嘅活動，元朗大會堂、元朗大會堂梁學潮夫人老人中心、鳳屏樓互助委員會、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日陽樓互助委員會同埋豐盛人生。呢啲嘅機構所舉辦活動嘅啫，唔該曬。好，如果大家冇問題，我哋就通過，即係呢份嘅文件。六，元朗區議會會見市民計劃。咁我哋區議會有個會見市民計劃嘅，有所謂當值嘅咁樣。咁就如果大家冇特別嘅意見咧，我哋就係照舊落去先。咁如果遲啲大家對於呢個當值計劃有其他意見咧，我哋可以喺相關嘅會議上咧係會作討論嘅，冇問題。康展華議員，多謝主席。咁啊，一直以嚟呢個會見計劃啦，嗰個反應係非常之冷淡嘅。咁我諗今屆咧係需要大家諗一諗，究竟嗰、那個延續性啦，同埋嗰個做法點樣係可以令到佢更加有效咁發揮個作用。多謝。冷淡嘅原因咧，因為我哋每一個議員咧都已經有佢哋嘅自己嘅議員辦事處。我諗咧，對於市民嚟講咧，喺就近佢哋嗰區嘅議員辦事處尋求援助咧，係方便過上嚟區議會咧係見我哋當值議員嘅咁樣。咁所以我頭先都講啦，如果對呢個計劃有任何意見咧，我哋遲啲喺委員會嗰度咧係會傾嘅。咁如果冇問題，我哋就通過沿用舊嘅方法係繼續我哋呢、這個會見市民計劃。七，渣打香港馬拉松2020十八區挑戰賽。咁就雖然渣打馬拉松已經截止咗報名啦，咁但係咧就主辦團體方面都知道我哋換屆嚇，我哋區議會換屆，所以咧就係、是、特別容許全港十八個區議會可以喺一月九號之前係報名嘅。咁請問大家同唔同意參加十八區議會杯呢個嘅挑戰賽？同意，主席。同意。咁如果冇异议咧，咁就通过。咁啊，请大家报名啦。我哋需要十位嘅议员或其他人士咧，系参加嘅吓。报名系嘛？即时报名啦，系嘛？我哋应我哋咁多年轻人一定够人数噶啦。咁稍后。秘書處會俾報名表格，大家填寫交翻俾秘書，秘書就會得噶啦。秘書就會轉交呢個田徑總會嗰邊啊。係，好啊，Cindy。好，多謝主席。由於個時間比較緊迫啦，咁麻煩如果真係有興趣參加嘅議員咧，陣間會後留一留步，即刻喺秘書處嗰度，我哋集低咗個名，咁可以幫手大家盡快去報翻個名嚇。多謝大家。係黎國榮議員。唔該，主席。因為我見嘅賽例咧，同埋傳統咧，所謂區議會杯咧，每隊只不過係一位現任區議員，其他嗰啲可以係唔關事噶嘛。不如主席聯繫下聯絡其他十八區嘅主席咧，我哋每一區嘅都係全隊都真係全部區員咧，嚟個真嘅區議會杯
看看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那我想整件事那個我想傳媒以至市民關注會大很多咯。好，多謝你，這個也是我們元朗區議會這麼多年來參與的傳統，就是我們不找外人的，過去我們都是全部議員和甄選委員參加的。咁就當然其他區議會佢哋應該揾好多即係其他跑手去啦，所以我哋係咁多年都攞唔到獎。咁我同意嘅，我同意呢，我哋係真係區議會杯呢就牙膠菜嚟嘅啫，呢啲係咪即係我哋唔係為達攞獎，我哋係牙膠菜啊。鄺俊宇議員你好多年冇參加。主席啊，我引用議事規則呢係要求澄清嘅，有一年我哋能夠獲得名次，嗰年你係冇參加嘅員。咁我都知㗎啦，所以呢佢只係計七位頭七位嘅啫。咁我會參加嘅，不過我已經霸咗餘下嗰三個唔計時間嘅其中一個 quota 㗎啦，咁大家唔好同我爭啊。好，咁報名費呢係要2500蚊嘅，咁就我哋都按返我哋區議會一直以嚟呢係會由區議會主席呢係支付嗰個嘅報名費嘅。咁大家出嚟就得㗎啦。咁我都會參加啊。嗱，記住啊，留返三個唔計名次嘅名額俾我。好，跟住我哋落到去第八項，2020鄰社第一全港18區鄰社團聯飯。咁呢一個呢就係每一年都邀請我哋區議會呢就係支持。咁呢個支持呢就唔需要俾錢嘅，淨係俾我哋嘅名同埋個徽號呢係稱協去舉辦呢個團年飯嘅。大家同唔同意係俾稱協喺呢個活動上係使用元朗區議會嘅名稱同埋徽號？同意嘅大家冇異議 ,OK, 我哋通過係呢一份嘅文件啦。九，香港兒童生態保育計劃誠邀元朗區議會成為第六屆新界兒童節嘉年華嘅支持機構，亦都一樣啦，都係要求區議會呢係成為一個支持機構，可以用我哋區議會嘅名稱同埋徽號，而唔需要呢我哋係有資助嘅。咁就係、是香港官僚會每一年都係主辦呢個兒童節嘅嚇。咁、啊、就如果冇記錯都應該喺大新圍嗰度舉行嘅咁樣。好，大家有冇反對讓呢個香港官僚會係使用我哋元朗區議會名稱同埋徽號喺呢一個兒童節嘅項目活動裏邊？冇反對，我哋通過。好，最後一樣，2020年香港花卉展覽設綠化推廣攤位嘅撥款申請。好 ，Cindy， 可以同我講講呢個撥款申請啊？多謝主席。我哋咧就收到花卉展嗰個籌委會嗰邊咧就 send 咗個邀請啦，俾其實咁多區都有嘅。咁我哋個區就收到個邀請咧，就係去設一個叫做環保嘅推廣環保嘅攤位。咁喺上一屆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經過文委會咧就通過咗咧委託咧元朗大會堂賽馬會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咧去代表元朗區咧擺設嗰個攤位嘅。除咗一個小嘅展覽之外，仲有一啲攤位遊戲咁樣嘅。咁由於上一次咧就淨係通過咗邊一個團體去幫手處理啦，咁而家咧就要通過翻嗰個財務安排。就是撥款30,532元俾翻協助我哋舉辦呢一個攤籌辦呢、這個設辦呢個團攤位嘅團體咧去做翻嗰啲跟進工作嘅，麻煩主席。好，唔該曬 Cindy。咁呢個亦都係每一年嘅花卉展覽裏邊，全港18個區議會都會有一個花卉嘅擺設。咁我哋係着重呢個環保嘅一個嘅花卉嘅擺設，咁亦都係委託元朗大會堂咧係幫我哋咧係去進行呢個擺設嘅，咁就撥款30,000多元啊。好，大家對於呢一個嘅撥款有冇意見？如果冇意見咧，
啊，张秀贤议员，都系主席。我想问咧，其实佢嗰个嘅 KPI 咧，其实有几多年系真系做得到嘅？即系佢讲话2400个人参加摊位游戏啦，2400个人参加展板啦，咁佢系咪真系做得到咧？同埋我见其实嗰笔钱咧，即系嚟讲紧佢每一佢真系预备咗2400份礼物。咁嗰個位又使得最多嘅，使24000蚊，佢成個 budget 嘅32000蚊，咁佢係咪真係會用得曬咧？即係佢係咪真係會達得到2400人次呢個嘅成效咧？過往因為佢如果佢代表咗我哋嘅話，佢過往嗰個嘅 KPI 係咪真係做到呢個位咧？多謝主席。好多謝你意見，我係去過花卉展覽嘅，肯定係唔止2000多。數目我在這裡呢就夠膽跟大家說，在我即目測，還有他不是只是做即一段短時間的，啊即所以呢是個人流是非常之多的。那就稍後呢就康文署亦都會發出邀請函件，連埋嘉賓費呢是會給每一位的議員，邀請大家呢是去這個花卉展覽開幕禮，同埋是有飛俾大家呢是可以即是在那幾日那個一個禮拜裏面呢是隨時入場呢是去即是看下他們的工作的。咁到時呢我亦都歡迎呢大家是可以到場去支持。啊如果真係去花卉展覽呢，請大家緊記一定要去區議會元朗區議會的攤位那裡打打氣，啊，即是為他們工作呢是加加油。好，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通過這一份的文件，這個撥款了，這樣。好，我們的其他事項呢就處理完了，這樣。剛才我都說了，接著呢我們是稍後就會在11點呢就會是我們區議會有一個鯉魚基金的，這個鯉魚基金呢就是我們區議員呢是夾錢是就住跟我們區議會有關的紅白議事，還有呢就沒有了茶點呢就上任，很多謝沈浩傑主席呢他自己，啊，銀荷包請我們的茶點的。咁就而家鯉魚基金呢就係，是，有1325.4係剩嘅。咁就大家係點樣係同意將呢筆基金呢係一直係沿用，即係撥返落嚟呢一屆嗰度去使用咁樣。係咪同意？如果同意，我哋就將個基金撥落呢一屆繼續去使用啦。咁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呢，到时就需要大家呢就係，是，要夾錢㗎啦。啊容耀。多謝主席。咁啊秉承上一届嘅情况就知呢，我想请问声，而家區議會啲茶點係咪由你出啦？呢个当然係我都话传统我哋要秉承落去嘅。多謝多謝多謝。咁啊可以做好啲啊。多謝主席。多謝。好，咁就在我宣布散会之前呢，我就再提醒大家一阵间11点，嗯，好不好迟啲先至唔得。嗱，而家嗰笔鯉魚基金呢就摆咗喺秘书处嗰度嘅。咁就我哋需要呢就开一个议员嘅户口就去处理。咁我将呢个工作就交俾财委会去跟进。咁就財委會到時去商量呢係開返個户口，同埋呢係去管理呢一筆嘅鯉魚基金啦。好，唔該晒。就一間11点我哋就會有第一次嘅特別會議。我哋嘅第一次特別10分鐘係咪但我知道有些同事他們趕趕時間，是 OK。 那我們是11点15分，11点15分就召開我們第一次的特別會議。
咁第一次嘅特別會議咧，係將會有議員提出嘅三項嘅動議，係包括咧係721呢個嘅襲擊事件嘅動議，同埋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動議。第三呢就是要求各自审批17亿元朗天价行人天桥标书的动议。除了有三项动议之外呢，就会有7项的议程是需要讨论的，即是总共有10项的议案呢，一家特别会议那里呢是需要讨论的。第四呢就是要討論咧係催淚彈嘅成分對人體、動物同埋社區嘅影響，同埋佢嘅清理工作。第五項咧就係、要求食環署交代天水圍街市嘅進展，同埋咧係成立呢個嘅工作小組跟進。第六項嘅議程咧就係、要跟進2019年12月18日粉嶺公路嚴重的交通意外的事故。第七項議案呢就是討論本港出現疑似由武漢傳入的不明肺炎。第八項的議案呢就是反對元朗南新圍東城里擬議綜合住宅發展。第九項的議案呢就是強烈反對政府委任公職與落選的建制派前區議員。第十項呢就是要求政府為區議會增加職權和人手的資源。請大家11:30入到來這個會議室，是召開我們第一次的區議會的特別會議。好，我在這裡是宣布、第一次的區議會會議結束，多謝大家出席，多謝。因為秘書處需要時間去影印、我們入的議程的文件，一會就會是每位議員有一份文件的了，咁樣咁大家要休息一下，去洗手間，我就搭衫喺呢度再開會。
你記住，區議會係對民生做，係咪？你要記住呢件事，我係為當區自己個區去爭取，希望政府嗰啲注意住，係咪？咁你話喂，就算泛民即係點樣，就好似上一屆咁情況，咁啊泛民得五件，係咪先？咁啊，但係我哋同五件泛民咧都好和好噶，係咪先？大家個黨派唔同啊嘛，即係譬如喂，你係泛民，咁我哋鄉事嚟嘅喎，咁但係問題調翻轉頭一樣嘢，大家有自己嘅默契，默契咪為乜嘢咧？為民生嘅嘢，係嘛？如果民生係 O K 嘅情況，好似頭先我哋睇翻佢哋讀緊嗰幾項，咁啊有一項咧，頭先你講嗰個天橋，咁我哋上一屆點做？咁啊，可能我要問翻啲前輩。喂，當初你哋選新市，我當初就話咧，佢哋由地方去呢個地方咧，一路做上過，有啲嘢啊，疏導啊，即係嗰啲唔使嘅，咁啊睇出嚟，咁啊真係好啊，啱啱先，咁但係政府整嗰個發聲嗰個出嚟，我都唔係話拉你哋，點解咁貴？咁其實咧，我其實有一個情況，其實應該喺呢度咧，即係翻轉頭又點解你做得工程難？全香港係咪？唔係全世界都係。香港工程係比其他地方難，價點解會高？係咪用咗百零年？係啊嘛。譬如我今日講用百零年嗰只，喂，你想飛話我揾成個方向？唔係，佢又浪費咗。係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喺呢方面要去做啲嘢。我哋都話，我哋做地區性嘅。因為之前，因為大前咧都仲好，咁咧做咗全部嘅收入。
Thank you.
就好，各位同事，我哋准备我哋区议会嘅第一次嘅特别会议啦。其实有关嘅议程同埋动议咧，已经喺旧年我哋系好早交咗嚟秘书处呢度，咁亦都多谢秘书处咧。其实亦都将我哋有关嘅议程咧，就算我哋当时都未上任咧。就亦都係俾咗有關嘅政府部門嚇，等佢哋知道我哋有呢啲議程。咁我哋都話我哋今日就會召開第一次嘅特別會議嘅。咁啊，好希望咧，就係佢哋可以咧係派同事咧係出席。雖然我哋知道咧係過去嘅即係經驗話咧，第一次會議咧係冇官員出席。咁但係我哋。今日是第一次的特別會議，咁亦都預早咧已經通知了有關的政府部門，我哋有呢啲嘅議程嘅。咁雖然亦都有啲部門咧係有書面嘅回覆，但似乎咧到呢一刻咧，我哋都見唔到咧係有其他部門嘅，即係除咗民政處之外咧，有其他部門嘅即係官員出席嘅。咁但係咧就我哋就照繼續召開我哋嘅會議㗎啦，咁樣，因為係啦，秘書好努力咁樣已經影印緊有關嘅文件㗎啦，咁我亦都知道新聞界嘅朋友係想要一份嘅，咁一陣間我叫秘書咧就會擺一份喺
即係嗰個長台嗰度嚇，咁咪即係麻煩大家有需要嘅咧，就自己揾手機影住先嚇，因為秘書個工作量突然間好大咁樣印大批文件啊。秘書有嘢補充。OK， 好好 ，Cindy。多謝主席。我想補充翻關於嗰、那個議程嗰個情況嘅。咁正如主席話齋啦，我哋收到文件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交到俾部門嘅。咁由於咧喺收到文件嗰一刻咧，呢一啲文件咧都仲未係納入議程或者任何嘅當其時係未開始話有特別會議啦。咁亦都未納入任何議程啦。咁部門知識咧就係、是、有呢啲文件同埋應該知道咧議員係希望有回應啦，咁所以部門有部分嘅部門咧，我哋就收到佢回應啦。咁但係部門係喺或者咁樣講啦，喺頭先主席宣布話有特別會議之前嗰一刻咧，其實都唔知道咧有關嘅議題咧係納入咗議程嘅嚇。我補充翻呢個資料。好，咁就秘書一路影緊文件嘅時候，我哋就正式係召開我哋嘅區議會會議啦。咁請大家咧係睇我哋嘅議程啊。議程嘅第一項咧就係、是、一個議員動議嚟嘅，就有關要求成立721元朗西鐵站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咁就議程同埋呢個嘅警方嗰個書面回應咧，就係、是、喺大家嘅台頭嗰度噶啦，咁樣。咁請大家咧係參閱警方嘅回覆嘅第一點。好，麥業成議員。係，多謝主席。咁咧我就就住呢個721元朗西鐵站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咧。咁我都同班議員咧就有一個動議，就要求成立工作小組。最主要原因就因為其實7月21日嗰日咧，其實我當日我就中午咧已經收到一個訊息，知道有班人咧會喺西鐵站裏邊咧就會聚集，夜晚嗰時咧要打擊啲特別穿黑衫嘅市民嘅。咁當時亦都曾經將呢個咁嘅訊息咧 WhatsApp 通知咗警方警務人員嘅。咁亦都叫佢通知埋指揮官嘅。咁亦都喺信息上咧，警方都同我講咧，佢哋有知道咗呢件事，亦都有安排嘅。咁啊，最後就嗰晚6點元朗鳳牛北街有班好多幾百個白衣人聚集啦。最後啲白衣人就上去西鐵站去打人啦。咁啊，成家整個過程，中午12點警方收到信息，到最後成件事件係無警無人出席到嘅。咁咧，亦都結果咧，即係啲市民咧就喺西鐵站啦，同埋喺鳳牛北街都俾人打啦咁樣。咁所以就呢件事件咧，就我哋睇得出警方一個疏忽。雖然事後警方就亦都聯絡過我啦，新界北咁樣亦聯絡過我，亦都就住呢件事咧，警方冇就住做好有效嘅措施去保護市民咧。咁亦都曾經去過監警會去投訴過。咁監會都落曬所有資料。咁但係到今日為止，其實我哋就睇唔到警方有即係進一步行動，就住呢件事件咧，去第一去追究啲暴徒啦，白衣暴徒啦。咁第二咧，就住呢件事件去做任何嘅即係工作嘅。所以我覺得元朗區議會咧，今日開一個新一屆咧，其實係需要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咧，去追究呢件事件，又還市民個公道。事實上好多市民咧，就住呢件事件上咧，都驚慌嘅。嗰啲警方究竟呢個中間過程，警方係咪同黑社會有個所謂警黑勾結咧？咁樣，所以我都希望能夠警方能夠交代呢件事件。所以我哋希望區議會能夠成立工作小組去處理呢件事。多謝主席。請舉定下秀賢先嚇。樹輝。先咁多謝主席。咁、okay. 我想我哋今日發言嘅請舉定手，等秘書可以 mark。哇嚇，做咩突然間咁多手嘅？夠。嗱，過去我哋嘅會議咧係會限時同埋限次數嘅。咁我想試一試。是不限時不限次數，但是就要請同事自律，是
盡量係捉個時間咧，係盡量咧係縮短。如果真係太長嘅咧，我係會引用會議常規咧，係恢復翻呢個限時同埋限次數嘅嚇。你主席啊，你唔限咧，我睇你十項議程咧，你今晚十二點啊？所以我因為你大家咧講落去咧，分分鐘個個半個鐘咁情況，咁咪唔停，冇可能唔限時嘅喎，主席。主席，我。容耀，我剛才都說呢，就是如果大家自律是短發言呢，我是不限的。如果是一個議程已經是超時得很緊要呢，我就恢復回限時的，所以大家自律呢。主席，好，主席，成日開會呢都你通常都是你超時的，我成日撳鐘就叮你的。咁如果而家你咁樣唔限時呢，即係你將來成個工作小組呢一定會通過㗎啦。咁好似就喺工作小組度慢慢詳細再討論。如果唔係咧，你而家好似阿容耀話齋，如果到時你講喂一個講半個鐘頭咧，你講到聽朝十二點都講唔曬。多謝主席，唔該曬。嗱，請大家盡量簡短好冇嚇、啊。由於今日我哋亦都冇警方喺度，你講幾多嘢都對空氣講嘢嘅啫。咁又。有問題的提出問題，然後呢我們記錄在案，下一次的會議我們下一次應該就23號的會議，即是兩個禮拜之後而已。兩個禮拜之後呢，我相信政府部門就沒有借口不來開會的了。那到時如果你今天講完，到時又是重複又是沒有意思的而已，好不好啊？那大家只是提出問題啊。是講了了、啊，即是警方的書面回應的第一點就回應這裡，很短的回應。好，歐國權議員，快點。是，咁就721事件呢，我係贊成成立工作小組嘅。咁721就唔見人啦。咁但我有另一個背景嘅，就係中聯辦就害死人嘅。點樣講呢，就喺721之前呢，其實呢在座有官員，甚至呢係有啲議員呢都出席過呢，就係包括7月11號18鄉嘅就職典禮，同埋之後呢嘅平山鄉嘅就職典禮。嗰時中聯辦呢其實係落咗個指示嘅，就係要鄉民呢喺就反送中運動裏面呢係要做啲嘢。係啦，咁呢係做啲乜呢？咁我哋喺之後呢，其實我哋見到喺7月18號呢，咁就喺雞地嗰度呢，我哋有啲鄉民呢已經係對市民呢係作出一啲襲擊㗎啦。咁呢啲鄉民都好清楚，就係、是、黑衣人，所以就要打咁樣。咁呢究竟所以成單嘢喺7月21號之前，中聯辦落咗咩指示？咁亦都有相關嘅出席咗就職典禮嘅朋友，唔知係朋友啦、議員或者官員，知唔知識，或者佢哋有冇一齊商討？特別係我記得嗰兩個就職典禮咧，其實都有警察出在場嘅。咁警察聽咗之後，有冇去要求中聯辦作出澄清，又或者對啲鄉民講：喂，你哋唔好亂咁打人喎、哦。係啦，咁警察又做咗啲乜嘢咧？所以我哋對於今日即係警察唔出席咧，係非常之不滿嘅。咁所以整件事其實中聯辦害死人呢係好清楚嘅，所以呢個工作小組我哋覺得係需要有中聯辦或者係嗰兩次就職典禮嘅議員官員呢都要作出解釋，同埋呢係講返中聯辦落咗咩指示嘅。咁我係針對呢方面嘅。雪輝，唔該。唔該主席。咁當然我都係支持成立呢個721嘅工作小組啦。咁但係想喺呢個721嘅工作小組嗰度呢，即係無論係個動議啦，又或者而家坊間嘅討論上面啦，我想強調一點呢，就係我哋唔純粹淨係擺喺721當日所發生嘅事情嘅。咁因為其實喺721嘅前一個星期呢，其實有好多嘅事件呢已經喺元朗嗰度醖釀，而呢一啲嘅事件呢其實係冇被到而家提及，又或者而家呢好多責任上嘅問題呢都係落喺警方、港鐵，又或者呢比較焦點嘅人物，可能係好似何君堯議員啊呢一類嘅人。咁但係其實有一部分嘅事件呢其實被忽略嘅。咁我相信嚟緊工作小組呢係要處理嘅其中
嘅內容係包括咧喺721事發前嘅一星期，大量嘅假消息點解可以係不斷咁樣充斥咧？喺元朗唔同嘅社區入面，元朗唔同嘅群組入面。咁最明顯嘅消息咧，就係喺一個禮拜之前啦，七二一發生前嘅一個禮拜咧，有一個消息就係話朱海迪、鄺俊宇同埋黃之鋒係會帶人入嚟元朗，而促成呢一個保家衛鄉嘅劇本啦。咁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咧？我相信公眾係需要知道嘅。另外就係就住頭先歐國權議員所講咧，其實喺七二一事發之前咧，我理解應該係7月16日，我應該係啊7月16日喺鳳攸北街發生嘅事件入面啦。其實已經見到大量嘅白衣人咧，已經開始聚集，而加上咧就係喺呢個兩次嘅鄉事委員會裏面咧，我必須要提及就係話，其實係有民建聯同埋工聯會、新社聯嘅人士出席呢一啲嘅就職典禮期間，其實佢哋係咪已經知悉到7月21日將會發生一件咁嘅慘案？而呢一堆有參選有議席喺立法會裏面嘅政黨嘅議員，其實喺當中嘅事件有冇責任？呢、這、一個我相信咧，係除咗大家 focus 喺何君堯議員之外咧，有好多人都係被忽視咗佢哋嘅政治責任嘅。咁最後嗰一樣嘢咧，就係喺呢一個721嘅工作小組嗰度咧，就係期望就係話，如果我哋係有市民同埋有知情者咧，係可以向我哋提供更加多嘅資訊嘅話咧，我相信係絕對協助到元朗區議會還全港市民還元朗人嘅公道嘅，就係咁多。张秀贤议员，系，多谢主席。警方回复咧，今日警方冇出席啦，但系咧，佢回复呢份嘢咧132字，132字嘅回复系咪可以就令到佢哋即系觉得咁样就答咗问题咧？咁样就代表答咗问题嘅话咧，咁啊凸显咗成立工作小组咧系更加必要嘅。咁喺我个选区就系、是。即係發生咗之前嘅，包括係放電影係被即係俾人騷擾去腰斬啦，去到話後來七二一事件，其實都係我當區發生嘅。我嘅居民、我嘅街坊喺今次選舉咧，佢哋係千萬叮囑我一定要跟進七二一事件嘅。咁我哋今日民主派坐曬喺度，我哋今日個目標就係我哋攞過半數，就係要夠票成立工作小組嘛。我哋要還翻個公道，要攞翻個真相翻嚟嘅。所以我哋啲居民，包括我哋成個元朗，包括住喺邊一個度都好，大家都好想知七二一究竟發生啲咩事。上一屆區議會即係嗰個動議，包括係我哋提出嚟要跟進七二一嘅動議，定係工作小組全部都被否決。咁我諗我哋都有信心，今日一定係過得到嘅。但我哋過得到之餘，我哋唔單止係講緊純粹一個表態，我哋更加要做到啲嘢，係俾市民知道我哋係繼續跟進嘅。咁當然你話喺前因後果，我諗我哋其實呢個工作小組其實都應該覆蓋到嘅。但係更加重要嘅，我諗係要俾翻個公道，俾翻個真相出嚟，俾啲嘅居民。喺未來呢個工作小組，我諗我哋期望除咗警方應該派員出席啦，但係雖然佢而家就連第一次會都唔嚟啦，我唔知下一次會佢係咪嚟。咁如果下次會佢都唔嚟咧，我唔知究竟工作小組佢即係佢會唔出現。但工作小組佢唔出現唔緊要嘅，佢唔出現，咁我哋咪寫單邊報告咯。佢唔出現嘅話，所有有利佢嘅嘢都唔會寫到落去。佢出現就係令到佢自己可以講翻佢自己嘅説法出嚟啫嘛。咁但係即係喺工作小組，就算係冇警方佢派員出席之下咧，我哋都一樣可以做到啲嘢嘅。咁我諗。呢方面除了我哋喺個議會入邊，我自己圍攞去討論之外，我哋今日其實我哋都同公眾去交代翻，我哋點解要成立呢個工作小組，同埋喺即係我諗而家警方咁嘅態度咧，喺未來呢段日子咧，我哋都好難話令到佢哋相信，即係究竟七二一事件佢哋有咩做重視咧？佢話而家拘捕咗37人，暴動罪起訴咗7人，但大家遠遠知道其實唔止呢個數噶嘛。所以其實我哋更加重要嘅係，即係成立工作小組，我哋可能出完報告，揾完一啲證人過嚟，但係更加重要嘅係我哋叫跟進翻嗰個調查進度，跟進翻嘅起訴進度係點咯？呢個係我哋民主派今屆嘅會期嘅責任嚟嘅。多謝主席。何文健議員，多謝主席啦。咁就翻721呢個事件咧，咁其實我想講翻，其實唔單止係元朗嗰邊有發生事情嘅。
咁其實天水圍呢邊咧都有大大小小嘅事係發生緊嘅，咁所以其實想七二一小組入邊咧，我哋 focus 嘅東西咧就唔單止係元朗西鐵站發生嘅嘢啦，咁就好似天水圍警署當日都係有落閘嘅情況嘅，咁呢樣嘢我哋都希望能夠有個完善嘅報告去解釋翻點解警署當時會咁樣做嘅。咁多謝主席，何偉斌議員。多謝主席。我哋收到警方嘅回覆，俾四個字啦，我就文不對題。我哋由我哋嘅動議針對緊係警方喺事前知唔知情，事發過程中佢有冇出現，事後點解落閘，甚至後面我哋30条提問都係問緊警方嘅執勤表現。但喺警方回覆入邊，佢只係講白衣人施襲案件司法程序。我哋唔係要處理白衣人，白衣人施襲應該係警方嘅責任。我哋追究嘅係警方喺呢個過程中佢做咗啲乜嘢，佢冇做啲乜嘢。我哋嘅工作小組要追究嘅係警方。康占华议员，冇。关俊新议员，喂，唔该主席。今日出席嘅官政府部门系咪应该系得民政事务处啊？系。我谂我其实我哋特别会议里边，其实我哋都已经系一早提出咗，同埋同时间邀请咗各位嘅政府官员出席。但而家是得民政事务处去出席，呢样嘢其实系咪政府话俾我哋听，视区议会为无物呢？同时间，我希望喺七二一呢个工作小组里边咧，系唔只系单单去讨论七二一呢件事件，我哋希望系可以讨论埋反送中以嚟一直以嚟发生嘅事件，同埋我哋可唔可以确保一下，我哋所邀请嘅官员可以出席？例如好似我，如果系我入呢个小组嘅话，我会想去希望邀请到某位嘅立法会议员，同埋一个。同埋我哋嘅指挥新界区嘅元朗区嘅指挥官，希望佢可以出席。如果佢哋唔出席嘅话，其实我哋区议会其实都好难去做到嘢。郭文浩议员，多谢主席。咁其实即系七二一接近，即系过咗差唔多大半年嘅时间，我哋见到其实元朗区议会即系可能好多议员都提出咗30几条嘅问题，咁但系警方嘅回复只不过系一个话而家系追究紧嘅数字系即系得7个人起诉啦，话37个人。咁我记得好当初咧就系好多街坊，不论系天水围或者元朗街坊都会即系致电去讲紧，哇7月22号其实成个元朗好似死城咁样样啦，7月21号晚其实大家翻唔到屋企，唔知点样做啦，见到警察嘅时候警察会掉头走啦。咁我哋望得到其实。警察是不是真的没有警力呢？我们看到现在过往的示威行动，警察可以一堆都是警车的，也都可能很大批的专用车，究竟他是不是有心去彻查或者处理这件事件？我想很多街坊都记得，就是在上年的区议会，上届区议会的时间，其实民主派提出过动议去讲一定要彻查这件事件，但是就被建制派否决了。所以我想接下来民主派一定要做的就一定是要彻查721，还有要追究这个真相，要还回市民，还回元朗区市民的真相，要给大家知道其实现在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发生了什么事。多谢主席。邝俊宇议员，主席原本都冇咁嬲嘅，即系睇到警方复呢封信啦，得个前后两板纸，简单而言就系佢哋嘅拒绝出席由元朗区议会去讨论调查呢个七二一事件嘅即系第一次会议，起码我哋邀请佢唔到咧，呢个系一个极大嘅荒谬，即系当自己系咩啊？因为我哋区议会系根据于区议会条例赋予我哋嘅职能。區議會的議事常規的 J 部甚至乎是定立了我們工作小組未來的方向，即是一個的權限，或者一個受到我們起碼要有一個的諮詢架構核下的權力，政府要聽取在我們的行政區內所發生的人和福利等等的事件。而這個七二一事件是元朗的事件，我相信主席你和我的心情一樣，因為事實上如果警方即我經常都形容這個真是敬酒不飲飲罰酒，我們現在要求很簡單，警方應該在未來的時間，當我們的小組成立之後，我們要問的就是問很多警方的問題，警方答到的這個跟司法他所謂進入司法程序不適宜作進一步評論是完全無關的。我的問題我問得很清晰，當日誰下決定警署落閘，誰下決定叫兩名警員在元朗站轉身離開，誰下決定是39分鐘報警都沒人理，由得我們的市民途人香港人被人打，這裡是一個正式的場合，區議會
你除非同我讲香港政府系唔尊重区议会啦。如果唔系，我喺度奉劝警方代表，如果喺嚟紧呢一次，无论之后咩嘅场合之下，调查呢个721嘅警暴事件嘅时间，警方系唔到嘅话咧，系好清晰嘅。18个区议会都冇咁严重，元朗区议会系主场。如果警方系唔嚟到去回应我哋咁多位议会嘅同事嘅提问嘅话咧，佢系完全唔尊重区议会，甚至罔顾区议会。我再强调，我哋已经系根据一个非常之正式嘅程序，呢个系有根有据嘅，唔系话喺警署门外示威，佢唔出嚟接受咁简单。当区议会系有一个嘅小组，甚至乎系有个议程系针对住警方要答嘅问题。头先我几条问题好清晰啊，边个落决定啊？到而家我哋都唔知边个落决定。简单嚟讲，警方要交人。如果佢觉得答呢啲问题系矮化紧佢哋，或者系羞辱紧佢哋，好抱歉，呢、這个唔系我哋想羞辱你。是香港人经历过这一幕之后，没有人再信任警方。这个是分水岭来的，各位。7月21号前和后，也都是香港人对我们元朗区议会的期望。我们知道接下来困难重重的，警方很有可能是一而再再而三推搪，但这里先立此为照。我们的议会同事关注721事件的朋友是会要求警方继续来到，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我们三次会请他来。但如果警方一而再再而三都是不理的话，我相信社会甚至国际社会都要看清楚。因为我想强调，不要看小区议会的平台，这个小组一旦成立，我们甚至可以向这个区议会的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去要求调查这个小组的过程，是成立一些可能是国际专家的调查小组，邀请一些大学的一些研究小队加入，甚至是还原事件真相等等。我想讲，区议会不是这么儿戏的，区议会就是区议会，它都是一个议会。当议会同事一致通过要调查某一件事件的时间，警方不能回避。多谢主席。黎国荣议员，多谢主席。我首先想纠正啊，邝议员先一点就系、是，警方呢个回应咧，两页里边咧，其实系关于721呢个小组咧，系得五行嘅啫。佢两页里边其实已经包括埋好多可能独立调查委员会啊、催泪弹成分啦、啊，以至粉锦公路嘅交通意外等等咁多嘅事情嘅回应。当然，嗰五行字里边，其实系点解令到我佢哋唔在座，我都要发言，等起码旁听嘅公众，以至在场咁多位记者都会知道我哋区员嘅愤怒，因为佢系特别强调咗，因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们不适宜喺现阶段作进一步嘅评论。我好担心，当将来即使佢系出席我哋呢个工作小组，佢都会攞呢两句嘅官腔废话嚟当作挡箭牌，拒绝提供一切可以俾我哋事情厘清真相嘅资料。其实佢每日四点钟嘅记者会，对好多进入司法程序、好多起诉过程中嘅案件，都滔滔不绝、巨细无遗，甚至有啲证、嗰啲咁嘅证据，啲所谓嘅一件件嘅一啲，佢哋收到翻嚟嗰啲可以左右到个判决嘅嘢，攞出嚟俾人影相、俾人搞，咁。唔該，佢哋唔好以為將來都可以繼續話，因為司法程序，所以不適宜去作任何嘅評論或者資料提供，而逃避配合區議會調查依個責任。唔該，黎永添議員，多謝主席。咁頭先聽咗好多同事咧，就已經講咗一啲大家都見到不同嘅片段，亦都有好多疑問佢哋提出嚟。其實我尊重佢哋一啲疑問嘅睇法嘅。但問題咧就係頭先咧，阿黎國榮議員都講，其實我哋面對大家傳媒喺度，我亦都要背負住咧我哋個區嘅選民佢對我哋嘅期望。我哋嘅選民咧不斷咁樣向我提出咧嗰件事件裏邊咧好多片段咧，傳媒係冇去正視嘅，包括咧頭先咧。有同事講咧，就話網上咧就傳聞啊，黃之峰啊、朱海迪啊就會帶隊。咁事實上咧就出現咗唔係一個另一個版本，就另一個人去帶隊。大家都知道邊個帶隊啦嚇，林卓廷帶隊，大家都睇到。咁就喺西鐵站裏面咧，好多好多事件咧就喺度發生緊。咁我哋咧其實咧唔否定警方呢次咧係真係做得唔好嘅，完全咧應該要去徹查嘅。但係如果淨係咁片面地淨係講警方，唔講出成件事實嘅真相咧，我覺得對全香港嘅市民嚟講都不是一個公道的
一個取向嚟嘅。對而家個政府嘅撕裂咧，或者個而家同我哋市民嘅撕裂咧，係於事無補嘅。政府喺呢個方面出現咗好多問題，咁我見到咁多同事咧，有好多高瞻遠矚咁去諗住去改善咧，其實我係欣賞嘅。但係希望大家亦都有闊啲嘅視野，希望咧樣樣咧唔單止用為咗元朗好，而家成個香港都好咁樣。多謝主席，林俊賢，主席，規程問題。是邝俊宇议员，主席规程问题。首先第一就系我想引用议事规则咧，系履行啦一个澄清嘅权力。因为事实上咧，我哋呢个会议咧，其实系冇一个嘅即系一个嘅权力保障。简单而言，就系权责系自负，发言者咧都要有一个即系系都要有一个嘅负责嘅。所以咧，其实咧，我都希望啦，头先阿黎议员所讲咧，我欣赏嘅希望修补好。但个问题就系咧，有啲说话真系要小心啲。咩叫林卓廷带队咧，大佬？即系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喂，完全大家都知道100次大话同埋1000次大话咧，就谂住成真嘅嘢。我希望咧，不如咁样，阿黎议员可唔可以帮帮手？你收咗呢句就 OK 啦，无谓啦，因为始终咧，始终喺个讨论度，尤其是区议会平台咧，咁样系好容易即系有啲问题。唔该，主席。添议员。主席，我少少補充一下，多謝阿邝振宇议员提出，因為佢呢先至係一個政治嘅專家，我哋呢就一個真係素人啦。雖然我都喺社會上做咗一定嘅嘢，咁或者我將頭先嘅說話呢改做呢，就係我見到阿林卓廷議員喺嗰個現場嗰度，同埋一班所謂叫做示威者啦，咁就出現咗混亂。咁我亦都希望呢能夠在這些不同的角度裏面看清楚其他一些各方面究竟有什麼人是不是會有鼓動到一些示威者入去啊，諸如此類呢，希望多一些角度去看。那鄺俊宇議員認為好不好一點呢？我再一次我正式收回剛才說他帶隊的說話。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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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收翻话林卓廷带队呢个字眼啦，但系呢个收翻会引致大家一个误会，就系我哋都希望喺另一个层面去睇下，究竟边一啲人去鼓动啲示威者入去吓。多谢主席，林俊议员，多谢主席。咁首先咧，我想抽少时间回应翻黎永添议员头先讲嘅说话，即系头先佢讲到话好似疑似有林卓廷去带队位呢啲问题，咁我谂呢样嘢正正系我哋成立工作小组嘅目的。咁所以我咧喺度咧想借个机会咧顺便邀请埋阿黎永添议员记得加入我哋个工作小组，我哋一齐去还原翻721当时嘅真相。咁好，咁另外咧其实关于就住警方嘅回应啦，其实头先都讲到721竟然咁大嘅事件，警方其实纯粹用咗5行6行字去回应，咁佢就净系讲到话其实捉咗37名相关人士。用咗暴动起诉咗7名，但其实我哋眼见我哋睇到网上嘅片段，好多讲紧唔系蒙面嘅情况下，都远远唔止呢啲数目。咁我想问一下各位议员同埋我哋个区议会唔会咧就住而家警方嘅回应，同埋警方唔派员出席我哋呢个第一次嘅特别会议，或者之后工作小组如果佢唔出席，我哋会唔会有任何嘅谴责嘅行动，或者任何一啲实质嘅行动，我哋会可以做到。咁另外咧，我想讲少少关于呢个工作小组嘅内容。咁我想其实呢场运动大大话话超过了半年，其实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不单止721事件。咁当然我哋元朗区、我哋街坊、我哋市民、我哋议员作为议员的身份都特别关注呢件事件。但我希望呢，其实呢个工作小组里面涵盖嘅唔单单只淨係721呢件事情，而係讲緊警察滥权滥暴呢啲问题，甚至好多呢场运动好多嘅真相，我哋有冇方法可以利用我哋议员嘅身份去帮手还原真相。另外甚至可能一啲嘅反送中运动失踪者名册呢啲嘢，甚至其他一啲嘅支援嘅我哋用区议会呢个机构去做一啲嘅支援，有冇啲咩可以做到？希望嚟緊呢个工作小组都可以详细讨论。多谢主席。林庭慧议员、我都俾你哋讲到即係入咗路嘅，真係林庭慧议员。好，多谢主席。咁其实我哋覺得我哋係唔係好受到尊重嘅，即係林鄭話雖然好尊重區議會區議會亦都係呢個政治架構入邊好重要一環嚟嘅但係今日所見佢個回覆簡短到咁，亦都冇派代表嚟咧，我認為就唔係好林鄭所講嘅尊重啫，或者呢個就係佢講嘅尊重啦咁樣。另一方面就係我認為咧，即係無論城鄉其實都係香港人嚟嘅我認為城鄉都係要共用。咁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警方嗰個調查進度咧，
就令到嗰個矛頭好似指向鄉事嗰邊，所以我認為咧，警方真係落力啲，即係查清楚呢件事，交代翻咧39分鐘喺邊，交出翻咧當時嗰個人手編配嚇，到底啲人力去曬邊咧？30000警力，警方派得嗰兩個警察去到現場，呢啲警方係有大把資料，應該係可以俾我哋區議會去查閲翻嘅。多謝主席，李偉峰議員。多謝主席。咁各位同事大家好。咁就翻721呢個事件啦，有一點我要提出嘅，亦都係會帶到落第二點嘅，就係呢個獨立調查嘅問題。咁頭先有幾位同事就喺度爭論緊個事實嘅真相係點樣。其實我哋認為呢，你係唔需要爭論嘅，只要政府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成個真相係即時或者係經歷一段時間就會可以還原嘅。咁所以呢，當然我哋呢個工作小組其中一個職能呢，我認為在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前，我們是會即是當是一個即是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一個籌備的工作，因為有很多事實的真相可能會隨著時間或者那個當事人或者是那個被捕的人士或者涉事的人士，他們會經歷一個時間的過去呢，可能有些事實的還原是會受到影響的。那我們為了保存這些資料，到時候如果真的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時候，這些資料是會可以得以保存，而我們可以將這些資料呢是加以去確認。那所以呢，我希望呢我們的小組委員會呢是到時可以邀請一些在這場運動或者是在721事件裡面的一些受害者是來到去即是作答我哋嘅問題，或者係嚟到去申訴佢哋喺呢段期間接受到呢個警察不公平嘅待遇，呢個係我哋其中嘅一個職能。李仲慈，梁德明議員，係唔該主席。其實721事件基本上咧就係喺警民信心跌入谷底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因為大家見到就係警方唔辦事啦。咁我哋今次咧見到咧，我哋元朗區議會選舉咧，好多鄉郊選區嘅區議員咧，有啲好多咗民主派啦。其實最大嘅原因咧，就係有好多有時啲村民都會同我講，因為721事件咧令佢蒙受含冤啊，就係佢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啊，啲村民就係啲野蠻人啊，就係啲會周圍亂打人嘅人。咁啱啱咧，我哋聽到阿黎永添校長咧，即係黎添議員咧，佢其實就話其實都好支持還原真相，甚至阿林俊都邀請阿劉永添議員啦。其實我甚至希望咧邀請翻在場嘅所有一啲無論鄉事委員會主席啦，就係一啲鄉郊選區嘅議員咧，一齊加入翻呢個721工作小組咧，一齊還原翻個真相，還原翻住喺我哋新界鄉村嘅一啲村民嘅清白。尤其咧就係我頭先都有啲同事講過啦。譬如喺7月11日同埋喺7月18日一個平山鄉同埋18鄉就職典禮裏面咧，包括可能喺中聯辦新界嘅部長李繼儀啦，都講過話要驅散嗰啲所謂嘅示威者，唔好俾佢哋元朗啦。甚至話18日喺平山鄉就職典禮咧，當時亦都有立法會議員咧路透社引用一啲錄音咧，就話見到立法會咧，即係麥美娟啊同埋梁志祥等等咧，有機會喺度嘅時候咧，亦都話對7月16日雞地驅散呢啲播映呢啲警報嘅一啲人示威者咧，咁啊鼓掌嘅。我希望尤其係可能阿鄧志強主席已經有事忙咁啊走咗啦。我誠邀鄧志強主席咧，即係平山鄉同埋18鄉嘅程振明主席咧，一齊加入呢個小組委員會，並提供當日就職典禮嘅一啲觀看片段咧，令到還原翻個事實真相，令到呢件事件可以盡早平息。唔該曬，李仲慈議員。正如多謝主席。正如梁議員所講，就其實我政綱裏面都係寫還鄉清白嘅，因為其實好多嘅錦田或者鄉郊嘅居民咧，都係愛好和平嘅，包括原居民。咁當然，我覺得係其實徹查721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我哋要需要負責任嘅人咧，去負翻佢哋嘅責任；需要受到法律制裁嘅人去承受翻法律嘅制裁，而唔係因為一啲呢啲事令到元朗嘅居民或者鄉郊嘅居民係蒙上一啲污名嘅。文美貴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問話咧，你身為主席㗎 ，OK？ 咁而家我哋今日傾嗰個721，咁我想問話咧，事實上我聽到幾個議員講啊，啲名字又唔講得，嗰樣唔講得，咁你主席有冇啲指引？
邊啲可以講，邊啲唔可以講。今日七二一係咪暢所欲為，任講都冇問題，任講都冇事，係咪立法局可以豁免我哋嗰免責條例咧？係免責我哋嗰個妨礙司法公正咧？嗱，我唔評論邊個啱唔啱 ，OK？ 咁係咪後果自負咧？嗱，我覺得係要小心，要提示下嘅嚇。你話點都噏咧？你保證唔證到我真會出庭做證啊？喂，你話你講個嘢有冇錄音啊？你有冇嗰個帶？你係一次過定係短咧？你係咪最現場啊？我個人覺得有少少問題，保障大家啫嚇。如果講係乜問題，你話主席咧，我可以講到天光都得。如果有啲後果自負咧，我唔敢講，亦都唔想講。OK， 嗱，我冇其他嘅嚇，不知大家知道咧。有啲可以真係進入司法程序，邊個啱唔啱你講咧？嗱，我希望有啲法律界人哋最好話翻俾大家聽，講得就講，唔講得唔講啦。OK， 或者邊啲避免講啦，好嘛？主席就咁啦，唔該。區議會係冇呢個權力及特權條例保護嘅，所以每一位議員每一位議員嘅發言咧係冇受到法律保障的。所以每一個同事的發言呢都是責任自負的、這個啊啊、你說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呢，我唯有可以說的就是真話可以說、啊、事實可以說、啊、毛啟航議員好，毛啟航議員多 謝主席、啊簡單回應一下啦，即是學阿江 Sir 話齋啦，將畫面拉闊啲啦。咁有同事啦就話有一班，即係有一個人帶啲示威者入嚟啦。咁我想強調一樣嘢就係咧，好多喺西鐵度翻嚟嘅人咧，未必係黑衫嘅，其實好多都係街坊嚟。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喺嗰位林議員喺西鐵嘅時間咧，其實大概係10:00。咁喺雞地7:00就已經發生咗一個廚師俾人用藤條鞭打到遍體鱗傷啦背脊，咁呢個事件係點樣發生？亦都要透過721事件嘅工作小組去徹底去調查清楚。咁有兩個建議，我希望係喺721工作小組入邊會做到嘅，就係每一次警方出席與否都要交代我哋嘅提問啦。如果係缺席嘅話，要交代缺席嘅原因。第二樣嘢就係、民主派咧，其實係喺早前咧，亦都出過一封嘅聯署去譴責呢個江 Sir 嘅江永祥高級警司。咁至今咧，佢言論係亦都未收翻啦，亦都未向公眾道歉過嘅。咁我希望咧喺721工作小組入邊咧，可以邀請到阿江 Sir 嚟到我哋嘅區議會咧，咁親身同我哋嘅區議員同埋我哋嘅街坊啦，可以做一個對話嘅。咁最後一樣就係希望可以邀請到一啲嘅受害者可以列席作一個作供啦，咁可以促成到721嘅事件嘅還原嘅。伍建偉議員，多謝主席。咁就住呢一個721成立獨立嘅工作小組咧，首先我就住警方嘅回應咧，我認為呢一份嘢咧，如果假如之後嘅時間我可以公開咧，我希望可以俾翻公眾睇翻呢一份垃圾嘅回應。啱啱同事有提及到呢一個咁樣嘅回覆，同埋佢唔出席咧，係唔尊重緊區議會同埋區議員。但我更加想指出嘅係，佢冇尊重過我哋任何一個香港人。我希望各位議員同事記翻清楚，無論咩派別，我哋成個元朗區議會或者18區嘅區議會嘅成員是民選出來的，意思就是我們代表著社會的大多數，在某程度上體現了在這次選舉裡面。他現在不是單單不尊重我們這裡幾十位的區議員，他是說不尊重數以百萬計香港人的要求和問題。另外有同事會對於主席在往後或者今次一個討論的時間或者次數會有些疑惑或者有些不滿，就是可能會延長了一個會議的時間。我希望都同時間提醒各位議員同事，追究721徹查警暴這8隻字，我希望不是用口去說出來，應該是用你行動去體現
各位是真的想徹底去查證在這麼久以來種種種種事情的因和由，而不是因為時間會議上有可能要去到很夜很晏而去縮短自己的發言或者發言的次數。另外就住呢個工作小組咧，其實我都贊成張秀儀議員所講嘅，就係、是、就算日後警務處警方係唔會再派員出席或者唔會提供任何資料咧，我哋呢一個工作小組咧，我相信都會有一啲嘅成果，亦都會有公信力。原因在於我哋係用咁多位選民同埋香港人去揀我哋出嚟，相信我哋有能力，相信我哋有承擔去還原呢一個真相。所以我都懇請喺呢度今日在座有咁多記者朋友，我係呼籲，假如嚟緊嘅工作小組，我哋可以邀請社會各界或者參與嘅人士出席嘅時候，當日或者知悉呢件事嘅人可以參與我哋嘅工作小組。多謝各位。吳玉清議員。是多謝主席。咁頭先好多同事咧都有交代翻。首先我都係非常支持咧，係要成立呢個嘅721工作小組去徹查呢件事件嘅。頭先好多同事都有強調呢件事件咧並唔係單一事件。其實我自己咧都好同意呢個講法，因為咧其實喺721發生之前咧，同事都有講過係7月16日夜晚咧，其實喺雞地同一個地方咧都係有舉辦一個放映會嘅，而當日我都在場嘅。咁可以講啲即係我相信係真話啦嚇。咁就係當晚其實我哋都見到係有大量嘅白衣人已經係聚集，同埋係襲擊當場即係、就是、一啲觀看直播嘅一啲市民。咁當時我哋相信喺周邊嘅人已經係不停咁報警啦，係啦。咁但係聚集嘅人嗰啲白衣人咧，大約係超過200人嘅。但係當中咧係並冇一個即係軍裝警察係在場協助，而我自己咧都係有不停報警，而在場咧只有咧幾位咧係冇任何識別嘅便衣咧喺度嘅啫。咁我都有詢問佢，喂點解冇警察去處理？或者啊，點解你人嚟得咁少咧？佢只係話咧，佢哋都做唔到嘢嚇，咁樣去交代。咁我哋相信咧，其實721事件並唔係一個單一事件。我相信背後好多市民都會認為背後係一定係有一啲組織，同埋係一個唔係個別人士可以導致發生嘅事件。所以我哋希望咧，係透過呢個嘅工作小組咧，係徹查成件事件背後嘅真相。並不是單單是721當日發生的暴力事件，因為我們相信全香港市民就是見到721事件發生而對香港警察是完全失去信心，令到法治淪亡。你叫我們怎樣只是可以單憑這個警方的回覆，他說會嚴正執法，我想問有哪個香港市民看完這封的回覆是認為裡面說的東西是合理呢？只會覺得是一個笑話來的。所以呢，我們很希望警方是能夠是真的去尊重我們元朗區議會的工作小組，因為我們相信香港市民不是只要知道當日究竟有多少警力、究竟是不是很多人報警，是不是不夠人手。我相信這個是沒有香港市民會相信這些是一個合理的解釋，我們要知道的真相究竟是不是有警黑勾結。如果警方能夠公然這樣去破壞法治，去勾結黑社會的話，咁呢個我相信唔會有香港市民係繼續信任香港警察咯。好，唔該，主席。沈浩腳二。係主席，頭先都有舉過手，可能miss 咗。剔錯咗啊！石景晴議員。好多謝主席。721呢個事件咧，其實咧就我同埋阿吳軒雲議員咧，當日咧係喺西鐵站內嘅。咁所以咧，對於事後咧各方面咧，都諗咗好多藉口，點樣去淡化呢件事，或者去製造謠言咧？其實我哋兩位咧都覺得會唔會太荒謬咧？即係對於有人帶隊入嚟呢啲事件，我唔會全句咁樣去到複述一次。即係我亦都希望我哋在座嘅民主派議員，亦都唔好再將呢啲咁嘅説話全句去複述。如果唔係，謠言只會不斷傳落去。
即係我哋當日見到嘅就係大量白衣人士喺站外向站內嘅乘客或者係市民不斷掟雜物，不斷叫囂。去到一個時間，白衣人士跳過閘機一湧而入。其實當時我哋喺站內，我哋係嚇到唔識點樣反應。咁已經好多市民喺度話：快啲走啦，走上去上面搭西鐵走啦咁樣。我哋係俾人追住，我哋跑樓梯嘅，又跑電梯嘅，又追到上月台，入到西鐵車廂。我同吳謙雲議員就喺嗰架停留咗好耐都唔開嘅西鐵入面。咁當時我哋係分開咗嘅。咁我淨係可以講到我個卡嘅情況，就我個卡係有最少兩名市民係俾人掟雜物導致頭破血流，亦都有市民係因為恐懼，因為白衣嘅人士已經追到嚟車廂出面啦。佢哋因為恐懼，佢哋係提出不如開咗車尾嗰個門，走路軌走去錦上路嗰邊。咁其實因為呢啲咁嘅恐慌而導致出嚟嘅後果係可以好嚴重嘅。萬一真係有咁樣做到，而後面嗰架西鐵冇停到嘅話，咁成件事就會更加嚴重。即係我哋在場人士，我哋睇到嗰個嚴重情況，我哋再聽到之後嘅謠言，其實係真係覺得好可恥。咁當日嘅情況就分享到呢度。咁其實點解今日咁樣講呢，就係、是、呢我哋希望喺呢個721工作小組呢嚟緊呢係可以邀請更加多嘅在場嘅市民係去到講返佢哋當日所見到嘅嘢。我哋希望還原返當日嘅真相。警方39分鐘先接派員嚟到，其實係一件好荒謬嘅事。喺721期後嘅任何一場運動，警方都未試過喺呢個時間之後到場。而警方的選擇性執法，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及，721就是一個分水嶺，選擇性執法的情況在721之後大大提高。所以為什麼我們去到今時今日，我們一班民主派議員仍然堅持要成立721工作小組？我們是除了要做到選民要求我們的事，我們亦都是要在這裡彰顯公義，對的事真的事我們就要講出來，還原給市民知道。我最後我再做多次呼籲，就是希望因為當晚其實真的很多市民，很多是無辜的市民一起 在那架西鐵上面是走不到的，希望可以有更加多的市民可以出來還原整件事的真相，講大家所見到的就 OK 了。多謝主席。沈浩傑議員。多謝主席。那就今天終於都有機會作出一些澄清。其實在選舉的期間，我曾經見過一些宣傳的文宣，就說我反對成立調查這個721的工作小組。我想主席你都記得，當時我作為主席其實根本是不會投票的，正如主席你現在一般來講都不會投票一樣。所以其實我當時就沒有反對成立這個工作小組，而今天我都一樣是不會反對成立這個工作小組的。剛才有些議員都提到因為這件事有不少元朗的鄉民特別是原居民呢是受到一些的偏見，認為他們都是一些的暴徒。那我想這麼多條村裡面呢，當中呢以我選區裡面的南邊位呢必然是表表者。其實在我認識的南邊位村民裡面呢，有不少都是長者，超過90歲的都有，富裕。他們因為這件事每一個月去到21號都要擔驚受怕，他們的村受到很多不同程度的干擾。所以呢我都很希望呢能夠透過區議會這個平台呢，能夠為這一班無辜的村民呢是為他們作出一個澄清的。剛才有很多的同事都提到呢，希望對這個工作小組很大的期望，希望呢除了721之外呢能夠呢是調查呢一連串不同的事件。我相信主席你都清楚呢，其實除了721之外呢，在元朗呢在近這大半年呢是發生了很多不同的暴力事件，包括有市民在街頭被人私了打到頭破血流，又不少是店頭被人破壞縱火，連私人的樓宇都有被人破壞。
咁刚才主席你喺你嘅开场白都提到，希望香港有翻公义，有翻法治。咁如果大家都认同呢一样嘅话咧，我希望工作小组嘅职能咧，就如其他数位议员所提咧，希望能够系扩大，去到咧调查所有元朗发生过嘅暴力事件。啊，不过就住呢一样嘢咧，就因为我见到咧，就今日呢一个动议咧，啊，主席你都有提出啦，作为一个动议人，亦都有不少嘅议员系作和议人啦。咁我就唔希望复杂件事咧，就提一啲嘅修改嘅动议。咁如果各位议员咧都认同我刚才呢个讲法嘅话咧，咁我希望由阿主席你去带领咧，去修订呢一个嘅动议嘅内容，咁咧可以涵括埋咧所有嘅喺元朗发生过嘅暴力事件。多谢主席。邓学莲议员。多谢主席。咁啊，主席啊，我同你相处咗共事咗有超过20年噶啦。咁你嘅人咧做嘢都好公正啊，因为都成日坐埋一齐饮酒啊，同啊呢个啊杜家良议员嗰啲。咁就呢个七二一事件咧，其实对我乡市咧就好大影响嘅。有啲无辜啲乡民咧行出街咧，就俾人指指点点咧，有啲朋友咧甚至同佢哋断绝来往。咁啊，對佢鄉民咧就好唔公平。即係頭先啊，李仲志議員都講啦，佢喺錦田區選舉咧，佢政綱都話都要還翻嗰啲鄉郊嘅市民、嗰啲居民嗰啲個清白。因為佢喺錦田住咗幾年咧，佢已經知道咧，我喺錦田咧同阿蔡姨咧突破啊，蔡姨做好多年嘅青年事務咧，都幫啲基層嘅青少年嘅，都有啲成績做咗出嚟噶啦。但係經過呢啲事件之後咧，好多人咧都對啲鄉郊嗰啲居民咧指指點點咧。即係甚至乎啲細路仔咧翻學咧，都俾啲同學咧，即係好似歧視咁樣欺凌咁樣嘅。即係呢個七二一事件咧，你咧成立咗小組嘅必然嘅，一定係成立得到啦。就希望咧，即係徹查個真相咧，任何有關唔好話邊個帶隊、邊個乜乜乜啊，同佢有事發生事，一定要拉，任何人都要拉。即係政府要公平，法律要公平嘅，唔好話針對某啲人。唔好话白衣人、黑衣人，犯法就拉，暴力咧，任何人都会谴责嘅。因为香港嗰个法治嘅社区咧，就唔系一个丛林法则，即系当年我哋原居民一样，你当时行我呢条村，吓到只鸡啦，都条鸡毛咧，都俾人打镬金嘅。而家有冇咧？而家我哋倒翻转头，话好似俾人恰咁添啊！即系希望咧，你咧即系处事公平公正啲，即系咧。嗱，仲有一樣咧，頭先見到咁多年青嘅議員咧，滿腔熱誠咧，咁覺得區議會咧有無限權力。我睇淋下冷水俾你啊！阿黃議員啊，做咗幾十年議員咧，我睇佢咧對空氣講嘢咧，即係超過千次啊！我哋做小組主席咧，亦都係嗌啲議員嚟咧，嗌到咧口水乾啊，跪喺度求佢都唔會嚟嘅。咁啊，到時咧講得俗啲啊，阿主席，到時咧你就閂埋門自俗，自己 enjoy。多謝主席。邓容耀议员，多谢主席。首先咧，就大家都好关注咧，就关于呢个七二一嘅情况。咁啊，亦都喺呢一次嘅第一次会议之中咧，就成立呢个咁嘅小组。咁啊，话系彻查。其实我哋当中提出有啲同事都话喺现场咁情况啊。咁啊，亦都系话袭击到无辜嘅市民。但是呢我的资讯呢就好多时呢就是从网上那边呢就睇返返嚟。咁叫我去评价就或者去俾啲意见咁情况喺呢次发言之中。咁我就听到啲就话唔好咗你哋就啱听又听唔啱听嗰啲就唔听就得㗎唔好选择性听係咪好似对你哋有利㗎你哋要查。咁系咪净系七二一咧？啊，其他点解你哋唔查嘅？咁热诚，系咯？咁我想问啦，七二一嘅源头系咩咧？俾我哋感觉到网上已经嘈紧交，点嘈交法咧？点解西铁每3分钟一班车，班班唔等啊，等你嗰班啊？有咩原因啊？啊，点解啊？佢话喺度等紧啊，主席你都话12点已经有人喺度，12点等到10点啊，夜晚点解班班唔等啊？又等你嗰班嘅，系嘛？咁大家所以话
要查唔紧要噶，扩阔啲嚟查啊，系咪先啦？个源头系乜嘢咧？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唔单止系你哋，我哋都想去了解一下，点解开波打成咁样嘅？系嘛？所以咧变咗就话唔好净系话自己认为啱听嘅就要听，唔啱听嘅就话嗰啲就系传言，呢唔系传言嚟噶嘛？咁有歹睇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变咗就话咧，希望咧就大家喺呢方面咧就专注下、注重下。我都想好坦白讲，了解一下情况。七一点解会咁样？咁其他暴力事件咧又点解咧？系嘛？咁大家都系为一个还市民一公道嘛。但系我睇到两帮人喺个打啊，俾我感觉啫，可能我学历差，系嘛？冇你哋咁叻，但俾我哋感觉，我都系普通市民啦。咁我感觉之中，喂，好似打紧交嘅两帮人，系嘛？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嘅无辜市民，两帮人喺度嘈紧交，你会加入战团咩？啊？你唔行埋一边，又关你咩事啊？又啱唔啱？系嘛？咁所以你变咗喺几方咧？大家希望咧能够将呢方面咧彻查阔啲，睇多啲个源头系乜嘢情况。咁所以大家行一个判断力噶嘛？点解净系查七二一嘅咁得意嘅？咁而家净系打交打七二一咩？我谂唔止啩系嘛？镬镬都打交啦。咁点解你哋又系咪啱打就查，唔啱打就唔查？唔系噶嘛？要还大家头先讲得好理直气壮噶，要还个市民一个公道嘛，大家都想知道啊。亦都我听到好多所谓而家又分黄色，又分蓝色。啊，黄色就话七二一就系一个转捩点，系嘛？头先到啲议员都讲过，哇，真系好多人都好唔明白，系嘛？咁所以希望点解唔扩阔啲嚟查咧？邝振宇都可以查佢噶，点解唔查佢啊？佢个同暴徒喺度打牙教啦，点解唔查佢啊？系咪先啦？啱唔啱？咁咪扩阔啲咯，咁咪长话查查七二一啦，啱唔啱先啦？做嘢大家要公道，有市民呢个交代啫嘛。哇！你查埋佢嘅情况唔紧要噶，有乜所谓啫？啱唔啱啊？咁啊，但问题嚟讲，喂，你系真系在场喎，你唔系唔在场，我电视影住你喎，系咪啊？咁就点情况啫？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希望大家咧能够就话，既然系想还市民一个公道，大家扩阔啲嘅视野，放多啲嘅情况，其他暴力事件都要彻查，咁先系噶嘛？多谢主席。主席，系咪规程问题？主席，规程问题，咁就想回应阿容耀兴嘅，唔紧要，全部都查，查我，查指挥官，查当日同白衣人握手嘅立法会议员，个个都查，齐上齐落冇问题嘅。最紧要到期时，一定要有你加入小组，还大家空公道，还大家清白，好唔好先？我加唔加入工作小组咧，系我嘅自己嘅情况，系嘛？唔系咁讲，好坦白讲，调翻转头，喂，一样嘢啫嘛，我都有，但杨议员，我冇律噶，我使乜律啊？是不是但是问题来说现在不是对话不是对话的时候啊邝俊宇议员刚才你那个不是规程问题啊被你偷了鸡啊是那么嗱不可以对话的了啊杜嘉伦议员都是主席其实大家同时都讲了不少关于七一事件的咁其實就再分析翻頭先好幾位議員，即係講緊要查好多好多嘅嘢。其實大家可以睇翻等多耐性等一陣咧，其實係會引到另外一個議題咧，係講緊徹查嘅。我哋提出呢一個七二一事件係一個聚焦，因為公眾認為一個分水喺成件咁多個月嚟成件事件七二一係一個分水嶺，係一個轉捩點。成件警報。或者其他在後面的黑手怎樣去伸延到香港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的一個很清晰的指標所以我們才說要聚焦七二一事件要徹查徹查每一個
層次。引翻警方一啲嘅説話，我想大家即係同時可以參考一下嘅。兩名警員頭先有同事提過，咁警方話呢兩位警員係不是逃走的逃走警員啊！我講嘅對唔住啊！兩位不是逃走的逃走警員啊，其實就警方一路都講緊當日嘅警力部署啊，諸如此類嘅問題。我想就趁而家有好多公眾人士喺度，其實721時候有居民嚟了揾我同我傾嘅 ，OK？ 嗰日佢哋喺錦田公路被截查嘅。有个 roadblock， 有两架警车、冲锋车，总共有八个警员。佢系最后一架车就放走噶啦，全部一齐走。呢位市民就好热心话：，咦，其实元朗发生紧事，会唔会呢两架警车系去现场帮手咧？咁样或者处理事件咧？佢话俾我听，其实系恐怖嘅，因为去到回旋處呢個錦田公路回旋處，呢兩架警車係屈轉頭走，咁啊好奇怪啦！事件咩事幹呢？咁後來我組織到嘅，原來警方話當日嗰個時間咧，喺呢一個南生圍有個火警，所以咧佢哋要派呢個警員去呢個現場。嗱，兩架衝鋒車，八個警員唔去元朗西鐵站處理事情，去咗睇一個死物。一个电标发生火警，嗱呢个系荒谬嘅，所以我哋先至话要彻查721事件，要将所有情组织起上嚟，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干？点解有人熄个麦啊？唔系你啊，入你数噶啦都 ，OK？ 主席，你同我当晚凌晨一点钟到现场。其實主席其實受過傳媒都訪問好多次㗎喇，呢度唔累贅再講。凌晨一點鐘，我哋喺西鐵站下面街頭，我哋一落車就俾即時係俾警員兇，我係俾警員撞㗎。OK， 呢啲係事實嚟㗎，我唔需要講其他，係警員撞，軍盾牌撞，推我埋一邊。另外。我哋俾白衣人兇現場，警員在場係唔處理嘅。呢個我同主席一齊經歷嘅，呢啲係我哋親身嘅經歷，所以我哋一定要將成件事情嘅真相還原，唔可以縱容警暴，更加唔可以縱容一啲無法無天嘅人士肆意。嚟到肆虐香港，唔單止係元朗，我哋一路睇到係好多好多咁樣嘅片段。所以主席，我哋強烈要求成立呢個721嘅調查小組，嚟到邀請警方同埋各有關部門嚟到處理呢件事。仲有一樣嘢，主席，我希望唔係真相，不過係咪我哋而家警方已經是漠視或者完全架空了區議會呢？其實我在9月5日開始一直嘗試聯絡警民關係科的警務人員處理村裡面的事，感受花園的事，直至到今日完全沒有回應。我是用各種的方法渠道，警方是完全不回應。這個是值得，是簡單一點就是譴責的，因為他們連自己的基本的聯絡功夫都不做，是很憤怒的其實。所以主席，我們希望在新一屆和各位的同事一起去做好這件事，是講緊所有的同事，所有在座的區議員，我希望大家一起将真相还原。多谢主席。黄伯议员。多谢主席。就721工作小组呢，首先我是一定支持要成立还原真相的。其次刚才很多议员同事都提过了，其实除了721之外，在元朗里面另一个令到全个元朗市民
陷入無辜恐慌嘅就係722嘅日頭。722嘅日頭，因為當晚721之後已經好多嘅謠言滿天飛啦，話有人會喺元朗開片，喺安寧路、喺大馬路開片，導致嗰一晚係謠言滿天飛。而第二日嘅清晨開始咧，全個元朗係冇咩街坊肯去開鋪開門，變咗死城嘅。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喺警方上面係有一個責任，就係話，如果佢真係收到呢啲謠言，點解喺722嘅日頭當日全日唔會話真派警員喺每一個街口巡邏，反而係令到成個元朗市係嫌疑一條街係冇人，係冇人夠膽行出嚟呢？即係依我自己咁樣，我直頭係有鄰居係同我講話，佢都係佢就算收到呢條言，佢都驚嗰日公司係冇人肯翻，冇人敢翻工喺元朗都冇人出嚟。其次就好多街坊喺元朗嘅鋪頭，佢哋個個都唔夠膽開門做生意，閂曬鋪落曬閘。呢一樣嘢，我覺得除咗721入邊呢個工作小組都要徹查嘅。其次就係話係啦，頭先有同事提過，天水圍警署係落閘，元朗警署係落閘，其實。警方如果是希望或者他们是想互相包庇而不交人呢，我觉得警方这件事是要向我们区议会交代，他们怎么都会有人负责，怎么都要有人走出来负责，而不是说现在还是以以讹讹不会回应我们。另一点就是很多同事都会说，我们想看回真相，我们想知道那晚的真相，我们就是看片啦看片啦。咁我哋當晚我記得大家都有印象，有兩個畫面好深刻㗎喇。第一個畫面就喺港鐵車站同埋車廂入面，即係有啲白衫嘅暴徒去打啲市民打街坊，打到入車廂打到上月台咁樣。咁我相信呢一啲咁嘅畫面港鐵公司嘅閉路電視係一定會影晒。我哋都同時都需要港鐵公司係回應我哋嘅要求，係公開呢啲嘅閉路電視片段俾我哋廣大嘅市民由閉路電視開始還原真相。其次第二個畫面就是在剛才沈浩傑議員的選區南邊圍入面南邊圍入面發生的，就是說有一班白衣的人聚集了在南邊圍出面的這個空地廣場上面。咁我都聽返好多我啲朋友住在南邊圍的，佢一啲同學同我講返，其實佢可能聽返啲即係啲佢啲叔父講，其實佢唔會知道點解有班白衫人喺度，佢都認唔到嗰啲白衫人係佢認識嘅村民嚟。其實呢一個就係正正係我哋想要還原真相嘅其中一個步，就係還返一啲我哋一啲鄉村一啲位我哋入面嘅居民原居民嘅真一個清白。喂，其實喺721之後甚至乎去到727呢個光復元朗嘅行動入面，好多鄉村突然之間話謠言滿天飛，話會成為一個目標。咁但係好到最後，我哋見到嘅可能都有啲村民走出嚟同啲街坊同市民會澄清話其實嗰陣時發生嘅嘢，我哋村入面都係一個受害者，我哋嘅地方突然之間有啲人入咗嚟。咁我覺得呢個721入面嘅工作小組需要處理，就係處理頭先我講咁多樣嘢，調查返722嘅情況，公開要警署公開交代返當日嘅負責人，無論係佢嘅指揮官，無論係警署落柯打山閘嗰個人，同埋港鐵公司要交出佢哋嘅 CCTV 閉路片段，呢個係我哋還原真相非常重要第一步。其次就係我哋有返我哋嘅唔同嘅街坊證人，任何方面都好啦，都希望上返嚟我哋工作小組入面做一個證言，等我哋咁多個區議員都知道原來兩邊咁多方面睇到嘅嗰晚真相係點樣，還原返成個真相。其實我哋成個721工作小組四個字就是追究721還原真相，而徹查警報就是我們另一個議程底下入面想做的事，就是這個獨立調查。多謝大家。楊家安議員。多謝主席，我都贊成徹查721，不過我們主席這個記憶你也記得啦，我們上次區議會呢即大會呢 都通過了呢，即不要查721，即希望查元朗全部那些嗰啲破壞啊，燈嗰啲街燈啊，同埋嗰啲鋪頭啊，嗰啲暴徒啊、私了嗰啲，希望主席你唔好即係呢個721嗰個調查小組咧，唔好聽一方面，即係希望兩方面都要聽，即係希望你主持公道啊。每逢一件事咧，
必有有前因必有后果噶，系咪啫？你唔好另外听一方面，又唔听人哋一方面，即系希望啊，主席嘅公道之处理，唔该。多谢。咁啊，廿几卅位议员发言之后咧，我就要处理个动议噶啦，咁样。不过咧，就喺未处理之前咧，我提大家咧，可能时间都即系过咗半年咁耐啊，有啲同事系捞乱咗两样嘢，七二一同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是兩樣嘢嚟嘅。上一次我哋提出呢個721係好快脆就要求係開特別會議，嗰陣時未有之後所發生嘅一啲所謂暴力事件或者破壞事件，嗰陣時係冇嘅。所以當時討論721呢係冇其他嘅事件係會加落去嘅，提落去嘅。獨立調查委員會係當時係有其他同事話：，誒、哎、唔應該淨係查警部，應該查曬成個即係反送中運動裏邊嘅即係雙方嘅暴力事件，係有人提嘅。但係721當時根本都未有嗰啲破壞嘅行為，點會可以加到落去呢？今次我哋其實就將舊年嘅議程咧原原本本攞翻上嚟嘅啫，冇加到新嘢落去嘅。不過我聽到頭先好多同事講話，喂，而家七二一之後發生咗好多其他嘅事，係咪應該查埋咧？同意嘅，我相信兩面嘅同事頭先喺發言嗰度都講過咧，就應該係作一個全面嘅調查嘅。只不過我哋個小組可能就叫做七二一，因為係舊年提過呢個小組嘅，咁就。如果假如間大家冇異議嘅，咁呢個嘅工作小組咧，係將會查曬所有喺元朗發生嘅一啲嘅就住呢個逃犯條例修訂所發生嘅種種嘅事情，都會喺埋佢嘅職權範圍裏邊嘅。呢一點大家有冇反對？張秀賢議員，多謝主席，但係。其實咧，我哋本身討論咧，就係討論我哋真係單純去處理翻七二一事件先。因為如果你唔處理翻七二一事件，即係我哋講嘅七二一事件，其實本身可能包埋之前雞地個電影會啦，佢後來嗰啲嘅傳言啦。咁你老實講，即係如果一個公務小組去查幾個月嘅，咁我哋就獨立調查委員會，咁係咪我哋頂替埋佢嗰份咧？我覺得唔應該頂替佢嗰份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就話獨立調查委員會，七二一公個小組就話七二一公個小組。咁如果其他議員覺得要提出佢哋嘅一啲嘅意見，或者佢哋覺得要修訂個職權範圍，咁就加入公個小組咯。即係我諗係，即係例如講緊，我聽到阿沈豪傑議員啦，我聽到鄧鶴年議員都係唔反對要成立公個小組，阿楊家安議員都唔反對啦。咁阿鄧容耀議員就話我哋唔好選擇性聆聽。我哋當然不會選擇性聆聽啦。咁你加入咗個委員，加入咗公個小組，咁我哋咪兩邊嘅意見都齊曬咯。你去查，而家唔係對話嘅時間啊。即係嗱，即係總之咧，就係我哋而家最重要做嘅就係我哋定好咗個公個小組職權範圍，可能就係工作小組要再傾嘅。因為而家我哋呢一刻我哋要處理嘅真係七二一事件。我哋去將舊年嘅議案去提翻一次，即係上翻個會去通過翻。咁所以就我覺得就喺呢個位置就唔應該再新枝節。我老實講，我個區咧七二一事件咧，好多街坊真係路過真係俾人打嘅。咁所以佢哋係好關心七二一事件嘅。如果我哋呢個小公共小組，我哋唔集中去處理呢件事嘅話，我哋講咩啫？真係。杜嘉倫議員，請大家簡短嚇。重複嘅唔好再講。主席，我認為要聚焦嘅，聚焦翻喺七二一事件本身。但你話要將佢延伸到去調查翻所有同元朗有關嘅咧，似乎就會太闊啦。所以你話我會贊成用翻我哋嗰個議案，就係要求成立七二一元朗西鐵閘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嘅工作小組。但係你話啊，會唔會係睇前少少716、722諸如此類嘅？咁就由翻個小組喺個小組討論嘅時候嚟到決定。
但係就一定要聚焦咯，因為我哋已經有另一個議題係講緊獨立調查委員會。多謝。跟住黎國榮文富穩嚇，黎國榮先。贊成盧家律議員所講嘅，可以查七二一嘅前因有後果，亦都應該係有前因後果，但係唔該聚焦翻件事，因為。其实件运动未完的，你不断的将你眼中的一些所谓的冲突都加入去调查呢，其实是会转移视线。唔该。啊，傅允。唔该主席。規程问题，主席，就算这个动议成立一个721的小组，这个工作小组里面需不需要一些利益的申报？利益的申报是关乎个人的利益，是参与歧视的人士，需不需要一个利益申报呢？同埋个成立工作小组之后的成员又需不需要一个利益申报呢？主席，我请大家肃静肃静啊！我第一我看不到。即是有任何的利益在当中，除非你是有证据是拿出来证明有人在有利益在当中，如果不是呢就正如我们说了，就是所有利益申报呢都是个别议员自己作的申报来的。主席，我指的利益是参与歧视的人士需不需要一个申报？這個我看不到，如果參與歧視的人呢，如果他有參與其中的話，如果他成立個工作小組，他參與亦都參與其中的話，喂，他有個偏頗的，他所發言所作出任何的事嚇。唔該，主席。阿文美貴議員，文副委員講咧，唔係講嗰個錢銀嘅問題，即係話你本身喺現場嘅，你係示威者嘅，你嗰扎咧。咁變咗你成立嗰個工作小組，咁啊好正常。你講翻自己嘢係咁個利益申報就 OK。如果你話阿鄧榮耀要唔要加入去？你哋啲人多嘅，我哋講乜嘢都冇用嘅。嗱，我哋係當係我哋唔係啱聽嗰邊反對派。咁我講完等於冇講，我加入做乜啫？如果你話你俾你每人八個，隨時打和，你定一個都死㗎啦！你嗰個主席佢話都係你話事嘅，咁係冇意思嘅。OK， 咁同我話嗰、那個阿石議員佢講，你選擇性，你話你警察選擇性嗰個警部好，又話選擇性執行，咁你而家半年內百億人得一日嘅啫。咁啊，杜嘉倫話去聚焦 ，OK， 727黑衣人同警察嘅。咁追唔追究先？唔好淨係講話721、722啦，啱先？嗱，都幾乜嘢都要追究嘅。喂，嗱，你哋前線黑衣人係勇士，好偉大 ，OK？ 即對你哋嚟講，我冇所謂嘅 ，OK？ 咁佢所做嘅嘢，汽油彈、鐵枝、坑條蓋，嚇嗰啲嘢咧，喂，破壞公共物啲，嗱，我唔知係咪合法嘅咧，係咪應該嘅咧？冇人追究喎，大佬。嗱，我唔理你讲唔讲良心，一个讲事实啫 ，OK？ 即系我嗱拉啲人咪等佢个法官去处理咯。但系佢哋需唔需要负责先？咩啊？佢需唔需要负责先？嗱，咁我觉得话咧，我哋唔好选择性去嗱，我哋唔好选择性去追究，唔好选择性。如果要话去成立个小组，成立多几个啦，又唔好净系七二一，即系我觉得咧全面性去追究。吓、啊，半年内得一个黑嗰、那个白衣人嘅啫，但大部分黑衣人嘅嗱、啊，我唔系对黑衣人歧视，佢做嘢都啱，好啱唔定噶，咁你都要查嘅喂。佢有少部分去破坏嘅嘢，要唔要追究咧？或者佢都唔系专登嘅，或者有时唔知道做错咗咧，咁又如何啊？啊，主席，唔好意思啊，系咁啦。邓鹤年议员，多谢主席。我想问一问咧，你成立一个小组之后咧，即系嗰个权力问题啦。即係頭先見到議員都話滿腔熱誠係好事嘅，但到時啲叫啲部門一次唔嚟、兩次唔嚟、三次唔嚟，你係咪又係閂埋門嗰度乜嘢咧？啊，或者自己對空氣講嘢咧，即係講完又講，講完又講，都係講嚟講去嗰套嘅啫，即係冇第二套嘅咯。
咁你点样应对噶啦？而家呢个问题唔系一次啦，大部门开会唔嚟咧，就嗰个常态嚟嘅。如果同嗌啲部门开会，我哋讲嚟讲系三人门都讲嘅，即系同我哋讲嘢啦。咁你即系成个小组，你自己谂下点处理啦。多谢主席。我都系嗰句吓，重复嘅唔好再重复。啊、有人講咗嘅就 OK 啦。嗱、啊，我而家俾一啲未發過言嘅先發言啊，思雅。係，多謝主席啦。咁頭先有幾位鄧議員啦，同埋文議員都有提過，就話認為可能無論七二一小組定好定係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好認為佢哋需要查埋可能一啲可能黑衣人嘅暴力事件。咁我想提翻無論係呢兩個工作小組都好，我哋認為呢兩個工作小組最主要係針對我哋覺得警方係可能有呢個警黑合作嘅嫌疑嘅，我哋係要針對翻警方，我哋覺得佢可能執法可能有不公嘅。咁如果你哋覺得警方執法係冇問題，或者你覺得佢哋係完全冇問題嘅話，咁其實去徹查黑衣人嘅暴力事件呢啲嘅行為，其實已經有警方去負責。咁你哋係咪認為覺得因為警方佢哋做唔到嘢，咁所以用區議會嘅權力去查埋黑衣人嘅部分？即係你覺得警方做唔到嘢，所以佢要區議會嘅人去幫佢哋做埋呢一部分咧？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淨係覺得你覺得警方喺徹查黑衣人或者係啲示威者暴力行為上面，佢哋已經做得佢哋發揮到佢哋嘅職責嘅話，咁其實係咪唔需要將我哋區議會嘅職能去做埋警方嘅部分？這個部分可以俾翻佢哋負責咧？我哋就主要係做翻去監察警方去點樣去執法，有冇去警黑合作嘅部分就已經足夠咧？多謝主席。張志仁議員，吳軒雲先未發過言，吳軒雲議員冇舉手。張志仁議員。系，多谢主席。咁就其实咧，最主要就系话，即系本身就系其实查案不嬲都系警方嘅事，根本就唔关到我哋区议会嘅事。只不过就系话警察根本就冇做过佢自己嘅本分，所以我哋先至话要有呢个七二一嘅工作小组。咁点解我哋话系要着重于七二一呢件事呢？因为其他嘅嘢其实可以用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可以解决晒所有嘅问题。但系而家就系话，我哋而家五大诉求根本就系佢而家就系完全唔去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咁我哋其实身为元朗区嘅区议员，我哋应该要首先嘅彻查咗七二一呢件事先，因为七二一其实喺大家咁佢都即系其实阿邓议员都讲得啱嘅，其实真系大家喺网上面其实睇到好多好多嘅片段，其实白衣人其实睇翻警方俾我哋嗰份咁嘅垃圾，其实佢写住话至今已经拘捕咗系37名。但是其實大家在片段上面看到的其實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但是如果你說擴闊一點來看，你說只是單單一日的事，那好啊，我們用1月1日的時候去看，1月1日的時候警方拘捕了400個人，為什麼他可以在1月1日的時候拘捕了400個人，但是他是由721去到現在只是拘捕了37個人，但是其實在畫面上面其實看到遠遠超過這個數，只是一個畫面其實已經超過37個人，為什麼他們是可以做到可以是這麼無能？我哋而家系要彻查嘅呢样嘢，亦都要彻查嘅就系除咗警方嘅一个嘅警黑合作之外，亦都要查翻嘅嘢。港铁点解港铁嗰阵时成日就叫佢开车，佢唔开车？点解港铁嘅时候佢哋嘅司机，佢哋嗰啲系完全冇去做任何嘅协助，佢哋净系全部人系唔见晒。我哋七二一最主要嘅就话我哋唔系净系话去彻查白衣人嘅问题，我哋亦都要彻查嘅系警方嘅问题、港铁嘅问题。我哋一个全面嘅调查，多谢。好，有四位同事啊举咗手发言，我喺呢度划线噶啦。即系大家唔同意划线，想倾到今晚。我知道，我都话有四位系举咗手，我就喺度划线。但我见到后边有几个咧，突然间又举咗手嘅嗱。請同事記住，我哋今日係討論個動議係成立工作小組，然後喺工作小組先至詳細去傾所有具體嘅內容同埋調查個方向嘅，唔係喺呢度傾曬嗰啲嘢。成立完工作小組咧，你乜都傾得㗎啦，嗰度嚇點都傾得，好唔好？嗱，頭先舉咗手有四位啊，何慧斌、康展華、伍建伟同埋沈浩杰，司徒博文未讲过嘅，
好，仲有边位未讲过想发言？有冇？冇，咁我呢五位，呢五位之后，咁我哋就表决啦吓。何伟斌议员，多谢主席。咁头先有唔少同事讲到关于咩前因后果啊，其他日子发生嘅事件啊，又话黑衣人点样点样啊。成立工作小组系每一位议员嘅权力，你嘅自由，你想做嘅即管做啊！我可以介入，我哋请林郑月娥上嚟啊，我哋请中联办上嚟啊，你会唔会做啊？你会做嘅，奉陪到底。第二样嗰、那个效力权力嘅问题，头先阿张秀贤讲过，政府部门唔嚟，唔代表我哋做唔到嘢。警察查案需唔需要个反喺面前啊？OK， 呢啲常識嚟噶嘛？各位同事，希望大家俾翻少少嘅常識，呢個係一個議會。唔該，康千華議員，多謝主席。咁啊，我簡單回應嘅就係有啲同事就話偏聽。咁成立呢個工作委員會，正正就係提供一個平台俾你啊嘛。警方你唔嚟，就你自己放棄咗嗰個權利啊嘛，係嘛？我哋可以邀請啲村長、村民上嚟噶。當日在場嘅人，包括受害者好，現場嘅其他市民好，係就係要有一個平台，咁先至唔會偏聽啊嘛。啊，我嘅回應係咁簡單。伍健偉議員，多謝主席。咁啊，幫我澄清翻，其實啱啱我冇舉手嘅。不過另外我都想講翻一個規程問題，係啊，講翻一個規程問題啫。就啱啱頭先啊。文議員提及到啊，石景晴議員咧作為在場者咧係一個示威人士，係啦。咁我呢度希望可以作翻一個澄清或者撤回啱啱嘅言論。沈浩傑議員，都係主席。咁咧其實就係一個程序上嘅問題嚟嘅啫。咁啊，首先就好歡迎啊，主席，你剛才都提到就係你都同意咧，就可以擴闊呢一個工作小組嘅職能。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程序上，因為呢一個動議咧，首先個工作小組嘅名咧就係七二一啦。咁另外個內容咧都係集中講七二一嘅啫。咁如果係會包含埋其他嘅事件喺入邊嘅話咧，其實啊，主席你是否會帶領大家係對於呢一個動議嗰個議案嘅名字同埋動議嘅內容咧作出修改？咁當然啦，頭先我亦都聽到唔少同事咧就認為啊應該要聚焦嘅咁樣樣。咁啊，我最後講多一句嘅啫，就如果大家認為其他啲事就留翻俾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處理啦。